方委员会现在出席人七人与主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四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0年12月22日星期三上午9:44至11:42，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叶文玉兰等13人，列席委员郑文天才等11人，列席官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人，主席叶召集委员玉兰。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6案。本次会由委员叶玉兰等12人提出质询，委员费鸿泰等2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本案令定期继续审查；三、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宣读完毕。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副秘书长高明秋，顾问王全忠，秘书处处长吴慧玲，议事处处长高百祥，公报处处长秦建云，总务处处长周杰，资讯处处长张梦圆，法制局局长陈青云，预算中心主任方清峰，国会图书馆馆长林瑞文，中南部服务中心主任王俊杰，地政博物馆馆长白志荣，人事处处长吴福辉，主计处处长张月女，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检任视察吴明修，排定的议程是审查11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立法院主管收支部分。审查本院的预算收支，可以说事关民主宪政至为重要。小到本院的违建是否应该妥善的改善，议事录是否如实呈现。大到朝野议事攻防时，本院行政支援单位有无恪守文官体制、专业中立的精神，有为有守，都影响国会的政治发展与民意的展现。虽然今天下午1点有修宪委员会的进行，会影响到立法院秘书长及各主管列席情形，但本委员会的预算审查攸关落实宪法，其实跟修宪问题一样重要。分析也已经跟秘书长协调，希望修宪委员会那边可以如期结束，下午2:30处理各委员预算提案时，官员能如数列席。上周分别爆发了总预算案抽出禁复二读、地方制度法禁复二读的议事攻防，也导致原定22日审查本院预算议程的变卦。所幸后来执政党迷途知返，其实所谓本院无法如同预算法第51条在11月底审峻的问题，是本院长期以来的问题，历届都是如是。我们如果配合预算法第54条的解释，没有审峻的预算，各机关原则上暂依上个年度编列执行，在行政面上并没有多大的困扰。更大的问题是，我国的国会监督，这个监督如此的孱弱，
没有审完预算不能代表，并不代表政府不能使用。甚至在本院自106年民进党当选多数以来，在不动不删的预算提案，动辄为了建请或要求等字眼争执不休，光是文字上就自甘为行政院的立法局，这才是预算制度更大的问题。本委员会分别在11月1日、11月10日、11月17日、11月18日、12月2日、12月20日，由黄世杰招委与本席分别完成考试院、人总、处转会、总统府、司法院、监察院等机关的预算审查。原先上周三会在完成本院的部分就全数审竣。本委员会全体委员同仁可以说是非常辛苦，尽力完成院会交付任务。柯建铭总召在主导预算抽出尽付二读的过程时，一直以各委员会延宕审议为说辞，完全没有了解自己所属于的司法委员会在审查的进度上已经完全配合，也亏欠所有本委员会辛苦审查的委员跟司委会的行政同僚，导致外界误解司委会审查预算的作为，实在是应该要澄清跟道歉。我们现在到场的有郑丽文委员，还有罗志正委员，请问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错？没有错误的议事录确定，谢谢。首先说明，开会通知单已经载明，现在再次正式宣告，委员针对讨论事项的预算提案，均请于上午10点前提出，遇时不予受理。现在请立法院林志嘉秘书长报告111年度预算编列情形，发言时间5分钟。谢谢主席，各位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志嘉奉邀列席本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报告立法院主管110年度预算编列情形，自感荣幸，并感谢各位委员以各项经费支持，而且给予很多的指教跟批评，在此一并感谢。以下仅就本院110年度议事绩效及预算执行情形、110年度预算工作项目及110年度预算编列重点，分别扼要报告如次：第一，110年度的预算绩效及预算执行情形。一、议事绩效。110年度截至第10届第三会期为止，即召开院会临时会共18次，通过法律案58件、预算案3件、条件案1件、废止案1件及其他议案3件，合计66件。预算执行部分，在税入部分，我们执行率有103.29%。税出部分，包含一般行政等9项业务等等，截至11月底，累计分配数额是30.2845亿9000元，累计支出有27亿5244元，预算执行率达到了90.89%，执行情形非常正常。二，110年度议定的工作项目。第一，有听取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方针及施政计划，并提出施政咨询。第二部分是积极推动各项国会交流。第三是执行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的活化。第四是办理委员住宿会馆的整修。第五，致力节能减碳。第六，执行开放国会2.0。第七，更新本院软硬体的维护。第八是提供立法
委员的问政、政策、法律、预算的研究；第九是加强议政史料的收集；第七，第十，汰换使用年限十年以上公务车；十一是更新各项资讯的维护；十二是更新扩充数位影音与资料及汰换委员会议室多媒体影音系统等。第三部分是110年度预算的编列重点。税入部分预算编列，110年度税入预算编列是1,027,000元，较110年度减列的23万，减幅是 2.31%。 税出部分，110年度税出部分系编列一般行政委员问政等九项业务，经费共34,501,000元，较110年度增加了4,807,000元，增幅是 1.41%。 主要是有几个部分，第一是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的活化计划第二阶段及院区闭路电视系统端的汰换，现在仅就委员问政经费、行政资源部分及一般预算、建筑预算部分等三大部分来做扼要说明。第一部分是委员问政经费，是总共是138,770,000元。二，议事行政资源经费等，总共是189,955,000元。第三部分是一般建筑设备经费，本次是编列的1,7,263,000元。以上是本院110年度税出预算之编列，系建立优质立法问政环境及提升委员问政及服务效能，及有效推动本院各项业务所需。上请各位委员能一秉爱护之初衷鼎力支持，敬请指教，谢谢。好，谢谢林秘书长。现在开始要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麻烦江委员来当主席。接下来我们请叶一兰委员质询，请。谢谢主席。秘书长早。叶委员早。秘书长，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在上个星期几乎要创下我们宪政史上的恶例啊，把中央政府总预算从委员会抽出，直接进覆二读啊，这对我国的宪政有什么严重的影响？您知道吗？因为连吕副总统都出来讲话，这个独裁者是人民宠出来的。那过程之中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立法院的公务员明显的违反了行政中立与议事中立，为虎作伥，协助这样破坏的民主法治。秘书长知道吗？这个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们立法院是禁复恶毒的事项事实上在法律上禁复恶毒 是非常平常，而且也是一直都有了，在法律上都有。那在预算案上面是没有明文规定说是不是可以，但是也没有明文禁止。不过在那本席慢慢的再跟您说呢，在事项上面呢，他有说预算案是属于一个措施性的法律，所以广泛来讲它也是法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如果说他一个党团他提案，他只要造成
它的必要条件已经提案的那个条件足够的时候，那么他提出这个对秘书长，因为就必须要处理了。因为您是这个我们资深的立法委员哈，所以您对于议事规则应该要很熟悉。其实根据本院的审查的惯例，只要是没有过复议期的法案，各委员会都不会赶着审议。就算有招委想排，各委员会的幕僚也都会极力的劝谏啊，所以一定要等到复议期过了。其实我们司委会哈、啊，那个主秘啊，还有几位同仁，常常给我这样的建议啊。结果这一次议事处第一时间就发函给各委员会，法制局还发函各委员会说，哎，预算不能审了，复议期没有通过。复议期还没有通过，各委员会不能审的说法，在我们本院的法规其实已经不正确了。但这件事情又跟法制局有什么关系呢？例如这次最后民进党也抵抗不了国人的谴责跟压力，自行复议掉了。但这段时间因为议事处跟法制局的干扰，而延宕的预算审议又是谁造成的损失？法制局还对外主张说预算案这个收诸二读合法，但从来没有过，怎么会合法呢？因为您刚刚也提过了，虽然就算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有抽出禁复二读的规定，但是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第三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各委员会分别审查，没错吧？是不是？好，所以这是我们等于是我们院会通过的法规，来违反院会通过的法规。这个法制局还说是合法，这不是行政不中立，还是我们真的是专业的职能欠缺？院会通过的程序居然可以不遵守，这样公开放话嘛？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都排好，都已经准备好了，真的一阵愕然。因为秘书长也知道，我本来是要帮你们排到礼拜一就审，但是因为有事，可是到最后居然是还拿我们说各委员会延宕来作为禁制抽出二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一种借口，这能够说得过去吗？各委员是这样子的哈，首先要非常谢谢那个委员当招委的时候，事实上，是极力有排案，这个是我们非常感谢。而且那个那一天上个礼拜三是已经有原定，就是说要排我们的这个审查，这个我们也很清楚。那因为礼拜二有发生这个禁复二读的事情哈，所以变成礼拜三不能排。那这个我想我们。造成这样子的变动啊，说实在，我们也不是主动或者是愿意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针对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我们还是非常感谢那个叶委员你为我们的安排了哈。那至于刚才你有提到说这个我们法制局有人说这个是对于这个过程哈，然后他有他的说明哈，我想。原则上，它的说明是针对这个提案哈，是不是可以禁复二读的这个事情，它有做说明。如果那个叶委员，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清楚，我们是可以请我们法制局哈来说明他为什么会说这个是合法的。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还是继续要问下去了，因为我们还有其实这段时间这两天，不然我们法制局就事后来跟我报告好不好？对，好的。那个我们也知道，其实2016年蔡总统就要力推这个议长中立化跟国会改革啦，没错。所以在这一部分，其实不止我们要落实的不只是这个议长的职权中立跟议事中立，其实我们所有的行政单位、议事处跟法制局也要落实。这样讲，这个秘书长可以同意吧？我们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一次几次禁复二读的争议这在野党要求游院长必须要落实职权中立、议事中立，说是为了要捍卫，我们就是说要捍卫这个国会尊严那不要让这个立法院变成这个行政院的立法局但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在这一次的地制法的禁复二读我们
其实这个全民都看到了啦，这个实在是就是量身打造嘛，因人设事啊。那在野党最近有几次反对包裹表决跟禁富二补的问题，也是要求提案处理上面应该一案一案的退报告事项，然后一案一案的反对处理。可是民进党我们柯总召会提出来是全部的报告事项都退，这显然是违反立法院议事规则的第28条规定啊！所以我们这规定里面是很清楚的。那尤院长因为是第一次担任立法委员，对于这样规则也不熟悉的地方，可是秘书长因为您是资深的，而且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就是应该做他的专业幕僚，我也很希望你能够捍卫我们这个尤院长他要做一个中立的院这个国会议长的一个他应该要有的角色，该告诉他说这个不妥哈，甚至于休息都无所谓的。那我特别要提到一个的是我们这个议事录的上面，我很感谢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同仁哈，对我这样一个在野党的招委，他们其实还蛮能够支持我们啊，做到这议事中立等等。但是如果议事人员呢、要从中要动手脚，也是防不胜防的。因为在不久前，我们就看到内政委员会哈、他就有这个有出现说哦，这个委员他提案里面的一些关键字哈、关键字被篡改或变造啊。我觉得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应该要有提这个要应该要有一个防避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抽审或抽查制呢？我觉得那个委员所提到的说议事录如果有篡改，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们绝对不允许了哈，因为本来就是议事录是各个委员会在所有的议事的如实的要记载啊，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就要记载什么，这个议事录的真实的意义嘛哈，是那如果有变动或什么，那当然是不行，尤其说是篡改，所以如果是真的有类似情形发生，我们当然会严惩。对，因为这个是10月27号内委会这个吴委员他所提出来的啦。其实我去年是在内委会啊，我觉得内委会的同仁其实我也共事过哈、我觉得他们也会可能会觉得很冤枉，因为其他的委员会搞不好更差啊，这个很多提案到最后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也搞不清楚。我还是很希望我们是能够有一个透明公正，能够这个经得起这个检验的一个意识啊。然后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准备要请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上了哈。对不起，我先看前面这个哈。其实是对不起，我这个位置没有哈。我的这个本席在国会图书馆上面临时提案的系统画面呢，有一些临时提案有含附，有些没有含附。其实每个系统都不一样，这个我在那个预算案里面有在提哈，也麻烦到时候再给我做说明。不过我倒是对于有一个，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也是从一个安全的角度来看哈。陈柏惟委员哈，这个前委员呢，他其实他在罢免案成立之后就已经立刻被通知解职了，对不对？那按照我们的规定是多久要迁出？一般来讲是我们的规定是等到新的委员报到之前他都可以是吧？那对，真的是白纸黑字上面，我记得它上面立法院的规定是要10天之内呢。10天之内一般来讲是我们也给他一个通融期啦。给他通融10天之内，可是他已经罢免都已经这个一个月了，还被媒体报道说他在里面开生日趴，关起门来开生日趴，这上面您应该有看到哈。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他关起门来，他里面开生日趴，可不可以开轰趴？可不可以开毒品趴？因为外面还有保六的同仁在把关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国会的整个安全
管理的问题，所以绝对不是你个人，因为哦，陈伯伟委员哈，当过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应该通融，有的东西是不能通融的，否则他如果要处理什么，麻烦把门打开，哈，不可以做这样事。那个秘书长，您觉得呢？他的法令规定是说，如果新的委员报到之前，他必须要清除啊，我们要接管清除。就如果犯戒，可是你刚刚也讲了，我们的那个立法院规定是十天内啊。对，那在十天内，我们是严格要求，希望说他在十天内要处理。那这一次，因为在法令、那个、秘书长。因为最后我还是再提一下，因为这张照片有您跟他一起合照的哈，叫做这个立法院台湾电子竞技政策促进会，这算是我们立法院的次级组织嘛，对不对？哈，那您在那边，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不是立法委员了，立法院内的次级组织还是选出他当会长，这本身就已经让人家，你看外面传的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跟洪慈庸委员一样，要给他安一个有薪资的，那我拼命的去解释说没有没有，这是刺激，但大家好像是我们这边有什么友好协会，可是秘书长，这都事关立法院的颜面跟我们的国会尊严。对，很多事情像我刚刚所提的，他在里面开，他可以开生日趴，可是关起门来，我哪里知道这个生日趴里面有没有使用大麻，有没有使用其他的毒品？所以这个都是秘书长，你们作为我们的整个国会的行政管理单位，一定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要严格执行。好，谢谢。好，谢谢叶玉兰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请咨询。谢主席，谢谢。秘书长，我想整个立法院的千金案，各界都非常关心。是。那昨天院长在接受媒体问到，他提到希望2023年的上半年能够提一个所谓的迁建的方案。那当然这个其程不论，我只想先关心一个，请问一下秘书长，立法院的迁建案的决策的机制是什么？谁来决定？立法院的决策机制最后当然是立法委员来共同决定了哈。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规划的咨询委员，就是说，因为立法院现在委员现在目前应该有七个案，好，有七个案。对，秘书长，我先问一下啊，迁建的各个地方，这个所谓咨询委员成立的依据是什么？咨询委员会成立的依据是我们有没有在院会通过一个成立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哦，是没有，但是我们院会有通过说，我们必须要针对迁建这件事情来做，请院长来做处理。好，那接下来，所以院长才说，既然国会有交代我们，院会有交代我们要做这件迁建这件事情。那现在委员又有那么多的地点哈，有的什么连台中、台北啦哈，各地方都有哈。院长，我没有质疑这个，我想说那个程序上怎么样完备，所以未来会比较好。是啊，我那提到就是说，规划咨询委员会之后会送到迁建委员会，所以未来会成立一个所谓特种委员会吗？会成立一个特种委员会，这个特种委员会就是一个迁建委员会，会请各位委员来，所以在常设委员之外，再成立一个特种委员会，就是所谓迁建委员会。他的职权是什么？是决定、讨论，还是要变预算，还是什么？我不太懂。没有，就是决定、讨论我们迁建的地点跟迁建的预算等等，最后才会再交给院会做决议。好，那咨询委员会是提什么？提什么给迁建委员会？提两三个建议案，对对对，评估案。当然是两三个建议案，因为我们委员有那么多的地点嘛，那我们如果不做一个收拢的工作的话，那这样子就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地点。好，那最后在迁建委会再送到院会决议嘛，对不对？没错，没错。那想请问一下，刚刚院长讲的2023年上半年是指哪一个阶段？咨询委员会提出方案，迁建委员会开会，还是院会决议？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院会决议啊。所以你现在讲的2023上半年指的是院会决议那个阶段。对。好，那往前推的话，请问一下，签证会什么时候开？我现在当然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说签建委员会哪时候开了哈，但是院长是希望说他这个任内能够确定说啊，我们要签建，而签建的地点就好了。签建的地点，我知道，我知道，没有，因为你23年上半年开的话，你2024要预算要编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呀，对呀。我现在只是讲说，你现在刚才提到，如果2023年上半年要院会决议的话，明年就要有这个签建委员会哦，不然一定来不及嘛。没错，如果你稍微明年要签建委员会，再往前，你咨询委员会就要开的差不多了。没错，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按照那个2023年能够院会这个做签建的一个决议能够确定的话，那就往前推。那刚刚委员你所评估的这些时程，原则上。对，我就建议，就是说你们具体的规划期程要出来了哈。对，不要只是说好那个时候要决定，然后之前要做的相关的准备工作，没错，甚至预算的编列都要同步嘛。对对对，好不好？委员，你考虑的跟设想的跟我们想的是。好，那我问一下哈，那个根据那个所谓咨询小组，对，你们提到所谓未来迁建的一些原则了。包括要成为全国最高的民主殿堂的象征意义，对，可以方便集会游行啊等等的，对，然后可以观光的一个景点，对，法治教育、华文圈的国会规范等等，对不对？对，这些原则大家都同意嘛，对不对？没错。那我请问一下，再一个原则，行政院、立法院的运作重不重要？还是我们立法院自己签哪都没关系，然后不管行政院了？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哈，就是说那个。最高民主殿堂的象征，还有那个方便性、可行性哈，那这个当然都会有牵涉到跟行政的一个沟通嘛。那我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跟行政部门沟通，还是不理他们？我们把他们拉着跟我们走，我们想迁到台中，然后把行政把我们拉到台中，顺便把他们请到台中去，拉到台中去。委员，你问到的就是重点了哈。所以说，我们当然如果说哈，我们把这一个当作我们选址的一个，如果你立刻点出来的话，那现在提案到台中的或者离开台北的，不太可行，他们就会认为说啊，你都把我们排除掉啊，你这原则都把我们排除，怎么可好呢？啊，你们这样就虚晃一招，明明知道不可行，然后你要把它放进来。不是不是，大家一起讨论。啊，不要说一下就把委员的提案就把它排除掉。我当然同意啊，我要尊重，但是现实上来讲，你要不要考量行政院的运作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要啊。对啊，当然是要啊。是啊。啊，但是当然要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在一开始就把人家排除。好，所以其实摆在上面好看一下了哈。对了，黑龙。好，对了，好吧，好了，这几个地点哈，你们现在都有列进去了嘛？对。秘书长，我可以再举一个例点，让你们考虑看看，好吧？可以，可以，你随时可以。我把监察院吃进来，好吧？就把监察院请走嘛，然后把监察院这块并进来。一起每次在那个琴弦八楼九楼往下看的时候，觉得那块不把它吃进来，好可惜。好的。真的啊，而且并进来的话，我坦白讲，委员跟我们这一块是并在一起的哦。委员，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跟这个哈，这个会不会太大胆了一点？也是可，如果未来可以提案的一个方向了哈。好，我就来提案，好不好？你就提，那我们会接纳。因为我一直觉得哈，如果把监察院要移去哪，其实比较简单，因为他们也在抱怨他们的房舍太老旧了。嗯。但是如果跟我们并在一起，完整跟我们现在青岛会馆那一块整个合并的话，但是如果必要的话，把青岛东路这块封起来，路封起来，嗯，变成一个院区，然后整个再整理，然后监察院的大本比我们好看多了，而且有历史意义，那个看起来就像国会的感觉。嗯。然后如果要跟立法、跟行政部门的互动也比较接近等等，那请问一下，这种考量可能性是存在嘛？对不对？我觉得有没有考量过？之前有没有人讨论过？不妨您说哈，有委员有咨询委员有人有这样子的提案呐？对了哈，有这样子的构想了，不是提案了，构想。那这个构想叫做什么？这个构想叫做原地重建。原地重建，那就扩大。它不是原地扩大重建啊。对，原地扩大重建的一个部分，它不是迁建。好了，我的第一方案是中正纪念堂了。如果这个不行，再来这个了，好不好？好好，那原则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继续，反正还有时间可以讨论这个议题。好，秘书长，那个司改会啊，坦白讲，
过去一整年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就觉得这样的环境真的是很不适合一个询答也好，跟政府部门的互动也好。对。那当时你们是以司法法制委员会作为示范嘛？对。示范一年之后，或经过这段时间以来，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很多委员抱怨？现在有了，有很多委员抱怨。那要不要改回来？是不是要改成咨询台什么？那现在有一个状况哈，跟委员报告哈，现在就说，我们有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每次最后的总预算在那个协调的时候、协商的时候，会发觉说哈，那个一场三楼的那个朝野协商那个空间不足，所以他们就是很希望说挪到这个 OK 啊，那我们司法去哪里啊？司法要去哪里？司法法制委员会那时候就没有开会啊，所以这个是准备要朝野协商用的，是？对对对。那司法法制就不再改成原来的样子、啊，目前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配合司法是配合朝野协商，所以这边继续留成那个样子。那时候是跟各那时候跟各党团有这样子的报告了哈，那各党团是说好，那我们暂时这样子。我还是觉得啦，因为还好啦，我下会期不见会在司法法制委员会了。但是坦白讲，这样的一个询答的空间是非常不好的。好，不论就这个互动性也好，好或者说官员席的不足也好等等，真的是非常不便。而且委员在这边穿来穿去，经常经过镜头就要这个被照到哈，前面后面等等，这个非常不适合。更不要讲说我们每次要看我们投影，还要往上看、往左看、往右看，这个真的不太适合了哈。好，那至于朝野协商地点有没有更合适合地点，你们总体规划好不好？好，我接下来问一个哈，我才不想问，可是又不得不问的问题。中心大楼的电梯到底怎么回事？中心大楼的电梯我们也是非常的头大了哈，这个怎么越改越糟？我们当然是希望越改越好了哈，可显然没有啊。但是显然没有，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到，我们总共也开了九次的那个协调会议啦，还有跟那个厂商哈，我们叫总务处这个积极去做。那现在总务处已经也有做出一个应变的方法了，就说我们站在安全为第一的考量之下，那我们怎么样使得这个电梯不会那么慢啊，或者出一些状况啊，或者是一些跳电？没有，我想一下，现在是。是知道问题解决不了，还是不知道问题何在？还是我们现在也知道问题，也知道怎么解决了。我们有具体的方案。我们是不是总务处私底下？没有，我一个预算啊，那个冻结，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委员都支持啊，就是说啊，我们预算这个冻结到电梯变快之后解冻。真的啊，那很多委员说赞成，真的、啊，听起来荒谬，可是的确是大家觉得很受不了了。不过我们要向各委员致歉呐、啊，这个电梯的事情，这造成大家的烦恼。电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坦白讲，快慢都还好，像五楼我自己走，很多人自己走，就是哈、啊、那个所谓的客梯跟货梯并用的问题。坦白讲，我很多次啊觉得很不自在，不是我个人问题，有外宾，甚至外国人，然后我们的设施就跟着推进来。那个是管理的问题，我觉得那是管理的问题。好，当然我知道你们做了一些限制的，什么时间，然后在最忙碌的八九点等等，尽量不要用等等。可其他时间基本上是并用的。换句话说，经常有一些外宾，甚至外国人等等，然后到我们立法院来的时候，然后进来了，然后我们就这个打扫的也进来，然后这个不说他们工作不好，而是说这很奇怪。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方法，甚至有没有试着想过说，我们在中心的外面有没有在加挂电梯、货梯的可能性？这可当然有要申请这个建造、使造等等问题。那个立法有没有办法想办法可以解决？那个委员的建议，我们都会慎重好好的研究了哈。我想我们也是认为这个电梯的问题，我们对委员来讲是造成不便，我们非常的对不起。我们会想尽办法，包括委员的提议，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来尽量来克服。如果可行的话，我们都会来做，好不好 ？OK， 好，谢谢，谢谢委员。秘书长，其实那个罗委员刚刚讲这个，就是你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去看了、啊、是是是。那另外，他刚刚提的，我非常赞成的，就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会议室的这些装饰的问题，我。到其他的委员会去，尤其是到那个什么九楼大礼堂啊，我如果不是我自己在咨询的时候，那上面写什么我看不到，因为大家那个荧幕实在太小了哈、啊，礼堂那么大，官员也看不到。我们在那边等的那个委员，你要看，比如说，我有时候想要看看这个罗委员那里面在讲什么，我必须要赶快
跑到前面去盯着电视才看得到，所以都没有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改进的哈。接下来请徐志杰委员质询。好，主席大家好哈。其实我刚才听到志正兄提到的，我正好心里也想讲哈，这个监察院啊，其实你看当时哈，这个立法院最初是什么单位？秘书长知道吗？最初是那个学校啊，女中啊，对，哎，所以你看原来的设计哈，嗯，就是一个学校的设计，是个学校，是啊，你，哦，秘书长应该也去过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啦哈，很多的国会哈，真的是很有文化、很有艺术，没错，哦，的感觉哈，嗯。你看一下，因为我们秘书帮我准备的是日本跟韩国哈，看一下啊。日本跟韩国其实也算是一个蛮，至少看起来哈，它像个国会，啊，这是韩国的哈，然后再看一下日本的哈，啊，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至少它有主建筑啦，啊，是。那我们立法院以前是女中，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将就？啊，那你看我们的监察院哈，刚刚资深先我提到，监察院其实看起来至少它像个国会，嗯，啊，那我在想说，当时一开始我们台湾早年的历史，啊，也许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威权时代，比较不重视立法院吧。没错，那个时候的主要都是在国民大会嘛，对，啊，所以都在中山堂开会嘛，对，啊，然后监察院看起来当时好像也比立法院还重要，他立法院你当时的时空背景想说，那就反正他性质也没那么重要，就摆个女中，将就将就，就一直将就到现在，啊，那我们再回想台湾已经走向这个民主的道路这么久了，嗯。这个立法院第一个没有主建筑，第二个里面没有什么艺术文化的一些配置啊。那我们到全世界各国去看人家国会的时候，哎，会觉得说啊，人家国会真的是很有味道，很有建设，很有感觉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国外的到我们台湾的国会来参观，他的感觉是什么？哎，干嘛做虚拟的啦？好，哦，那个的，身为台湾的国会议员，如果带国外的国会议员到我们的国会来参观，我们会觉得说，就拍谁，超高这啊，啊，所以我是觉得，嗯，这个事情已经拖很久都没有解决了，是，那再不解决，也不知道还要拖多久。对，所以委员所讲的哈，我们心有戚戚焉呐，而且也觉得委员所说的真的，我们尤其现在我们的国会外交越来越被重视嘛哈，所以外国的国会议员来，事实上他们对于我们的国会是这样子，当然他们就会是的哈有一些看法。那所以那个我很赞成那个徐委员您的这些想法啊，所以院长也是这样想，所以院长说，至少他这个任内啊，解决这个任内能够解决说我们立法院那个院会决议哈，决议说我们要迁建在哪一个地点啊，一个地点的确定出来哈，那这样子。至少他也觉得这个是他的责任的哈，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很积极在做，所以希望到时候我们所有委员大家能够一起来啊，希望说对國。那现在有没有他的想法？现在就是因为委员有很多提案嘛哈，有刚刚那个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监察院、监察院成功岭啊，什么都有了哈，哎，啊，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就是要先一个咨询委员哈，大家先讨论一下，然后合一性啦，各方面啦哈，然后再咨询委员院长也当了一年多了啦，咨询委员现在有都在积极在那个，我想我们应该请教秘书长，就是现在的共识到哪里？那国民党不同党派的有没有去谈过？
啊，就是我们就现在我们是咨询委员，我们弄好之后，我们可能会提出几个方案，然后我们再由我们国会自己成立一个迁建小组，哈，迁建委员会，迁建委员会就是各党派都要进来，然后再来处理。咨询小组会提案出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当然这个咨询小组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尤其前一阵子又是三级警戒哈，那时候都有暂停了，所以稍微有 delay 了。所以要跟秘书长报告，现在暂停可以视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困难，是不是会议可以召开？好，不管遇到任何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如你所说，就是院长如果希望，至少我们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嘛。对，那尽快决定，也许我们可以赶快做后续的动作啊。好，要不然真的是拖太久了。以前从我进来也十年了，也讲了十年了。那我进来之前也讲了很久了。好，徐委员，我们一起努力了哈，好不好？我们这边我们这个会加紧脚步，然后赶快咨询委员，我们希望他能够赶快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啊。那方案出来，我们就可以，我们有一个，我们立法院本身自己有一个迁建小组，由立委来组成的，我是这样建立的，做决议。嘿，现在已经年底了啦，半年之内，咨询委员要咨询这么久，半年还出不来，那也效率太差了，是不是可以请秘书长，好，跟院长报告一下？我们定个时辰嘛，比较不会遥遥无期。我们做事情老是在等，好，到这边耽搁耽搁，对吧？好，所以是不是半年之内，好，那希望咨询委员好可以有一个结论出来。好，那几个方案，好，那我们再把它设定时辰嘛，半年之内这个时辰出来。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立法院，也尽量能在半年之内，就可以讨论决定嘛，讨论然后来付诸表决，或者付诸啊，所以我们把时程现在2021嘛，年底了嘛，对，我们如果2022年底前，就是半年咨询委员有个决定的附案几个方案出来，那在半年我们立法院各党派沟通决议，这个时间应该都够吧？你若无定一个时程都唔知影搁到民国几年。好，所以我是这样子具体建立的哈，就是把时辰。谢谢徐委员，我们会按照徐委员这个期许，我们来处理。谢谢哈，我们也希望说，真的是台湾的国，尤其你看现在全世界民主联盟了哈，对，好不容易把台湾纳入了，那台湾其实这个在世界上现在全世界对台湾的防疫也好、经济也好、科技也好，其实都赞赏有加。好，那台湾的民主殿堂，好，应该垮解了。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不适合拖了。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好，谢谢徐委员，我们会积极来处理。OK， 好，积极处理。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开放国会哈，其实这几年我们的确在立法院，事实上一直都是自家兄当秘书长嘛哈。那开放国会的程度，事实上也进步很多了。那不过我现在是说，我们可以再建立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开放团体申请嘛？对。那个人申请还没有，对不对？个人申请什么？就是要申请来参观国会啊。我秘书处个人申请应该也可以吧？对，可以啦。就是。报告委员就是要事先提出申请都可以，个人，对，个人也是可以。所以我们本来那个规定是团体才能申请嘛，立法院院区、县国内外各机关、学校或本国人民团体等20人以上，并请于参观日三个上班日前完成预约申请。那你这是个人也可以吗？我们现在立法院开放制现行规定是这样。个人只要跟我们就是预约的话，应该我们也可以。那你这个现行规定要改啊。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来调整一下。好，因为我看现行规定是没有，最主要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现行规定嘛。对。对，但我们的考量主要是因为人力的安排，所以我们会团体优先，就是导览的人力。导览人力是，所以我们会希望预约嘛。
对，就是其实最主要是要透过一个预约，但是有时候譬如说委员这边也会有一些相亲访团，那人数也许就是会有，我们也会有一些斟酌，我们最主要还是要看导览人力。 OK， 所以秘书长应该就清楚现在的执行的现状吧。嗯，我们的现行规定是要二十人以上的机关团体，我们现在当然是希望能够团体来，那我们人力才比较能够充分应用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个人如果他汇集到人数有一定的人数之上，那当然我们立法院的调配当然也是另外一种人力的考量，因为总统府其实也有开放个人，是然后呢，日本的国会、韩国的国会都有开放个人，是那我们台湾的立法院刚那个总务讲的说有开放个人，那个其实一般人民都不知道啦，你就看我们的规定就写团体，他怎么会个人可以来申请？那现在有你说 有所谓的开放个人，是他们可能私底下再来问说有没有这个机会的，这种开放算是不正式的开放。好，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开放个人，是现行规定就要改。好，不然这样子就好像有些人可以偷偷摸摸进来，有些人不行。一般老百姓他一定是看规定嘛。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再研究一下，看怎么写或怎么处理。我们研究看用什么方式比较能够符合我们现在的。因为我是看总统府也可以，日本、韩国都可以，只有我们台湾的立法院还不行。我们是个民主的国家，而且我们民主世界都在看，应该是有更多的机会开放个人或者是外国人。他只要有预约在我们的管控，就是人力的导览配置等等，这个我们要另外再去做思考嘛。好，总是说多一点机会吧。好，徐委员，谢谢，我们会尽量朝向开放的方式来处理。OK， 好，好不好？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请陈娇华委员质询。谢谢主席。不好意思，档案好了吗？秘书长，我要问就是我们去年七月监警有破获案中经营这个赌博网站，还有替国际博弈集团跨国洗钱这个案子了哈。那其中就是有我们立法院总务处的管理科专员林耀廷在该集团中会扮演这个内鬼的角色然后涉嫌找立委助理向移民署官说施压那让易智博顺利申请中国来台做商务交流，那实际上是从事非法那移民署也查出该公司五年来引进1000多人次的这个中国人那林耀廷也中介一个案子可以获得1500块到5000块不等的酬劳但对于中介多少人他找哪位立委绝口不提那请问秘书长，目前这位职员服务的单位在哪里那是不是仍然在职？这个职员叫林耀廷，他现在在总务处那我们在109年11月19号，我们召开考纪委员会调查。那么在109年11月29，依据考纪委员会的决议，将林耀廷移送这个惩戒法院审理。是，所以我们立刻把他移送这个惩戒法院审理，那现在站在惩戒法院在审理当中。是，所以目前这个林元他现在还是在职嘛？对，他因为他是公务人员所以他有公务人员的保障你也不能够随便说怎么样来
来就把它怎么样子把它我们知道根据公益接地协会哈的这个公开的这个指证嘛哈，就是说啊，像林远是公务员，那目前虽然还在调查哈，但是已经哈有这个针对在国会哈施压这个行政机关哈，导致非法哈业者顺利进来。那是不是立法院，应该要积极哈协助调，要积极调查了哈，成立调查小组，目前看起来是有协助遮掩这样子的情况。不会，不会。那秘书长是不是这个部分积极一点？我们不会协助遮掩，我们会积极的来做处理，而且我们已经把它送这个惩戒法院。那惩戒法院只要一判决出来，我们立刻依法来处理。我们也希望这个案子哈，不要变成就是让国人哈观感不好，对我们立法院观感不好的一个恶例了哈。好，是。好，再来要请教秘书长哈，我们现在哈，针对这个公费助理哈这个部分了哈，那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行政院已经通过明年度的这个预算哈，军公教调薪嘛哈，那确定调高是4%，那这里面就是正式还有约聘雇人员哈，那政府会聘任的这个200,000临时人员哈也适用哈，预计超过100,000人啊会加薪。那过去调薪的时候教师的学术加级会低于公务员，明年也会一致调了，调4%。那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在本月22号也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到 6.04%， 预估明年是会年增 3.85%， 然后预测这个反映通货膨胀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今年会增 2.01%， 好，明年会增加到 2.04%。 所以面对军公教的加薪、经济成长、通货膨胀，我们公费助理的薪资不变，那实际上会造成实质薪资的下降，那也不利人才的留用。所以请问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可以比照公务机关的约聘雇人员的调薪做法，延续公费助理的费的调薪计划？跟委员报告哈，那么工会助理的这个调薪哈，事实上我们立法院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透过朝野党团协商。那么协商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协商哈，按照这个公务人员的调薪的比例，我们协商，然后做一个结论啊，决议之后我们就让他来调薪。好，所以秘书长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院长召集政党协商，明年度是会调的。就那现在还没召嘛，还没召开嘛？我们会在应该如果有临时会的话哈，因为这一笔钱应该我们所有的公务预算会在临时会通过嘛？那个朝野协商在1月28号以前会通过。那1月28号以前，通过之后，那请问秘书长现在有编这个预算了吗？现在这一笔钱当然还没有编啦，但是我们如果通过之后，这个就是再编，再编嘛。通过后再编，好，谢谢。那再来。本席要请问哈，我们现在的这个质询进度的查询哈，秘书长应该也知道，本席也是跟几位委员哈，就是多个委员会同步去质询哈。对。那目前我们看到发言的这个页面哈，只能看到单次哈，所以一次要点好几个委员会。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去了解各委员会委员质询的进度的，能够有一个网页，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各个委员会，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建构？我们这个，我想是不是我们没关系，就是朝这个方面来，对，就希望能够朝这个我们方向哈去建构，那让委员能够在执行准备，也同时知道目前的这个进度。非常谢谢委员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改进的一个方法了哈。那这个我们谢谢，我们会请我们的资讯处来针对这个来努力来谢谢来做到。好，那再来本席要请问秘书长哈。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源回收啊，哈，是，其实本席本来觉得很满意，但是现在又不满意，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就是很多哈，可以回收的资源哈，那却是要丢到垃圾桶哈、嗯。那本席得到的理由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到那个回收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委托事业哈，委托事业它没有去把可以资源的回收的部分送去真正的再利用哈，好，反而变成就是废弃物了。非常谢谢委员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那我们知道废青法30条第一项就是说，我们受托人就清理这个废弃物，如果他没有真正去完成回收，我们委托单位也是会有连带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请秘书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现在受托人做这个。可以回收的一定要回收哈，现在最简单，比如说非常多的塑胶类的，是都没有回收哈，这个部分也麻烦。谢谢委员所提出，我们会切实落实来做了，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做好，这个是我们的不对。是希望能够这个做得彻底哈。好，那再来就是有关追踪预算提案的进度，我们知道非常多委员我们都非常认真提案嘛，那非常多的提案里面也有。所谓的这个报告哈，书面报告。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最终预算提案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要花非常多的努力哈，才能够找到书面报告哈。譬如说，我们现在要先去找到会期的区间啊，譬如说现在根据立法院给我们的这个提示哈，就是我们要先去针对这个预算提案哈。好，比如说知道是哪一次哈，哪一次的这个会期的期间区间哈，找到这个区间之后呢，我们再点进去选择这个会议查询，输入会期的区间哈，再去寻找各个会议的这个部分，然后再选择院会，比如说选择第九次会议，然后还要再点进去这个议事日程，那点进去之后呢，好，进入议事日程之后呢，还要再点进去一次议事日程，然后进入议事日程哈，还要选择报告事项哈。那其中呢，好，譬如说我们要找立法院秘书长，我们点进去哈，要输入这个关键字，那有200多个这个编号哈的内容哈。那我这里就是也。希望譬如说各位委员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提案能够书面报告，我们可以很快的哈去知道这个怎么很快的去找到哈。所以如何拉近预算决议跟书面报告的距离哈，是不是可以缩短我们从预算决议寻找书面报告的过程哈，还有呢哈，我们是不是能够建置这个预算的决议系统哈。那在预算决议系统里面呢，好，在上次预算的这个决议事项，也就是在110年5月4号，好，台立院图字第哈这个110130045这个号函也书面报告也看到，我们立法院哈要针对这个预算的这个提案系统哈，已经在规划哈，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第一阶段2个月，第二阶段整合相关的作业要10个月哈，第三阶段开放哈要2个月。那请问秘书长，我们现在的预算提案系统进度怎么样？还有前面的这个找这个资料真的是非常的繁琐哈，而且。我试了很多次，其实非常困难去找到所要的这个书面报告。好，秘书长，谢谢委员所提的哈。这个原则上我们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系统的那个
整编了哈，那么包括所谓的预算提案系统的那个进度哈，我们有请我们的副秘书长来做统筹，那么统筹的状况就是说，希望这个预算提案系统能够在应该是我所了解的，应该是希望能够是不是在下个年度还是哪一个年度就要开始处理？资金处跟郭处长，好，图书馆说明一下好吧？好，是详细的进度我是他们正在你详细的那个进度了哈。那我们图书馆他可能是主要是负责。报告陈委员，那个预算提案系统哈，针对这一个系统的规划呢，我们在今年哈有召开过两次的会议，召集的委员会哈有开过两次会议。那个我们目前这个系统有按照这个既定的期程在那个规划办理，有。那进度上面的话，我就资讯处在。好，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是刚刚本席所提出来的，我们现在要找书面报告啊，哈，针对提案啊，还有这个预算提案系统的查询，也希望能够再有更完整的。这个预算提案系统总共大概要14个月啦，所以我们预计在第十届的第八会期会正式上线。我们现在预计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委员有这样子的提息的话，我们会尽量能够快，我们会尽量快。好，那针对本席刚刚提到的这个书面报告还有提案的这些查询，也请秘书处或图书馆这边再来跟本席这边说明。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陈委员。好，谢谢主席。非常感谢，然后陈嘉桦委员其实帮我们讲出很多委员共同面临的问政上的困扰哈。哎，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想跟秘书长讲一下哈，是，就是现在我们那个立法院其实有做一些改革，我觉得很不错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委员啊，在议场里面质询的时候，那个马上出现那个文字上面的一个翻译哈，对，他当然会附上说正式的要以这个公报为准哈。我觉得这个对于阅听人或阅读我们立法院的议事运作是蛮顺畅的哈。那还有我们在文化走廊，包括我们的这个红楼的墙壁上面哈，把历届以来啊的这个议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写上去，我觉得也蛮有这个历史哈的一个观感哈。那但是呢，也有一些部分要提供给这个秘书长参考哈。譬如说以上个礼拜了哈，上个礼拜我们在院会的议场啊，就是民进党有在坐在现场哈，然后那个国民党的党团开记者会，但是同一时段有志工朋友领了一大堆参观者进来参观，结果记者跟参观者跟在开党团记者会的国民党的委员还有民进党的委员就一团乱。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志工啊，那安排很多对于那个立法院的参观有兴趣的来，我们都欢迎哈，但是千万不要影响到议事的运作。这个议事的运作包括委员会哈，其实我也不会言跟你讲，因为你比较少在那个我们红楼这个地方哈，或者是群贤楼这个地方走动。有的时候我们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呢，确实会有人志工引领一些人参观这边参观那边，但是参观的人不一定是按照志工所说你不能去那里，然后禁止去那边。反正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记者的这个限制比较的严格哈，记者不能进去采访区等等这些，但是呢那个一些这个志工所带领的来宾哈，他反而会拍照。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委员在处理事情上面呢，其实会有一些困扰。我不是说已经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确实有些困扰。所以未来这些参观的动线哈，或者是在介绍我们立法院的很多这个跟立法院议事相关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自己在影片上面介绍之外哈，千万不要影响到委员在委员会的运作跟议事还有议场这边哈，提供给这个秘书长参考哈。那同时我也会建议我们在上一次啊，包括立陶宛国会议员来的时候，对于立法院的简介，我们都认为不太
太能够真正标榜出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有民主制度的一个国会的系统，好，那里面所介绍的部分呢，太老旧，好，这个要提供给这个秘书长参考，好，这个其实是可以马上做改善的了，好，好，那再来就是要请教，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的提议，可以改善了哈，我们尽量在这个会期完成之前来改善。我所讲的几乎都是软体比较多了哈，硬体改善要政府采购法等等这些哈，好吗？好，好，再来有关治安的部分呢，我提到的也是一样。虽然说我们的治安处长表示说，目前的这个骇客攻击呢都有成功防堵哈，但是就我所了解，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哈，因为委员呢他们所用的这个电脑的系统里面呢，不一定是只有内网哈，还有这个外网的部分。常常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碰到的就是突然整个影片或者画面就不见了哈，这个要多做这个治安上面的防堵。那我来问一下治安处长，现在有领得我们认证资格的这个治安人员大概有多少人？好，我们请那个资讯处人员好，资讯处，对，我们真正认证的治安人员有证书的非常多，有不同种类的证书，但是全职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有四个，半只有四位嘛，哈，对。那个我要跟你讲的部分就是说哈，我们要求的部分，你也了解哈，我们在委员会我们审查是国家的重大的议案跟这个预算哈。那在很多委员会里面，如果有秘密的预算或是秘密的报告的话，那这些东西也会记录在我们立法院的系统里面。那这个部分的保密程度啊，跟治安的防护层级就要特别注意，好吗？好，那我觉得四位不够哈，希望能够再提升哈。这个能够提升到多少位？麻烦您会后再来跟我报告好吗？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数位发展部跟治安处已经要成立了，未来一定会有国家的认证标准。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已经连续三年是中央跟地方机关国防演练的第一名。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你要看哪个等级了哈？这个我大概都了解哈。你这样讲不能够说服我哈。好，再来就是有关于立法院的外文网站的部分，秘书长哈。是。那个在我们现任跟前任的这个很多立院院长的领导之下，其实有很多越来越重要的国外访宾到台湾来哈。那他们到立法院来演讲的时候呢，我已经多次讲到了哈，就是包括捷克的议长哈，还有吉里巴斯的总统等等这些他们所做的这些演讲。的外宾的演讲的内容，不要只做内宣，我们都只有中文，没有外文。好，我所谓的没有外文，是连英文的版本，或者是连他们国家应该有的版本，譬如说捷克有捷克语，好，或者是波兰有波兰语等等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放出来。那就表示说，我们自己标榜自己是一个开放国会，我们只是对我们自己国内的人民做开放，而不是对全世界的民主的国会做开放。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在外文的人员的搜寻方面呢，或者是外文的处理上面有困难？那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寻求我们的外交单位来协助？来，秘书长。非常谢谢委员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英文官网哈，就是立法院英文官网要呈现这个外文的这个不断的一个注意跟提醒了哈。那事实上，我们秘书处在上个，我记得上次也是。刘委员所提出嘛，哈，对啊，但是到现在的改善程度不是很满意啊。我们有积极在改善了，哈，但是这个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委员所需求的。秘书长，希望你可以动作快一点哈，因为这种部分是显示出我们在问政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国外国会对外开放的时候的一种对。这个沟通跟交流的基本的语文应该有处理的部分哈，对，更何况到目前为止，你看我的截图里面是12月26号哈，我们自己立法院的一些法案呈现出来的并不多，好啊，阿尼甘后好。你干部，我们的立委里面啊，熟悉外文的很多，我现在只特别讲英文哦，我还没有讲到日文哦。好，或者是其他的西班牙文啊，如果我们仿效联合国的话，至少要有五种不同的语言啊，那我们就一点都做不到，至少我们也要仿效说外交部应该有的这个官方网站的水平嘛。所以秘书长有没有努力的空间？你要找谁来处理这一块？
因为你想不赢啊，我要问看看你要委托谁可以来处理这个比较好。 我们一般来讲还是秘书处来处理啦，哦，秘书处我们有成立一个国际小组，哦，那我们会让这个国际小组，因为这个国际小组也会跟外交部直接做沟通跟联系，哦，那国际小组我们希望说他在这个这个页面的上面的那个加强哈，能够赶快的跟上这个委员所有的要求，或者我们大专院校也会有外交系所嘛，也可以委托嘛，哈，这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了，哈。那个因为我要跟秘书长报告，就是我好几次啊参加是我们立法院自己举办的这些国会相关的友台的国会议员相关活动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礼仪呀，哈，或是基本的演讲的部分呐，都还没有达到我们外交人员应该有的水准，好，譬如说介绍外宾，或是介绍我们内部的人呐，这个先后的次序也好，或者是他们国家的国籍所代表的，我觉得我们的访宾都是，我看他们的样子都是有点母煞煞，好，所以其实这个基本的部分呢，我们会需要有改善的空间呐，哈，非常谢谢，包括我们跟很多智库哈在一起，这个办演讲的过程当中，或是办一些研讨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是要彰显出立法院在我们自己国家发展或者政治发展上面如何开放法，我们在审查法案、审查预算，或者是国会的攻防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互动，如果能够用他们能够熟悉的外文来讲会更好。但是我们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翻译人员为了时间或者时间压迫很大，他们都会浓缩了。好，可能演讲者讲十句，但他浓缩成三句，那你就知道说这里面的浓缩到什么程度，就只有这个人事实地物交代清楚就好了。哈，有点像是这些文章你自己回家看。那所以我觉得说在外交的层级上面的，我们应该有的仪节，哈 ，protocol 也好，或是应该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按照我们一般认知上面应该处理的程度，我认为连水准都在水准之下。好，所以要请秘书长可以多担。带一下，是不是我这边可以多做改善？因为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外的重要的访宾过来，哈。然后我知道，像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在接见外宾都非常的繁忙。但是我们有一些委员，他们其实也熟悉这些国家里面的运作的状况，也可以陪同来跟这个院长一起来接见访宾的。我觉得这个并不要客气，好不好？好，谢谢，非常谢谢这个刘委员所提出的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国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民主国家那个国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交流哈，尤其要让台湾走出去啊，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刚刚刘委员你所提到的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有想两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长久来讲，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真的跟委员报告之后，能够让委员能够同意，让我们成立所谓的国际事务部，啊，我们组织法要改变，要成立一个事务部。再来的话，我们短期内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秘书处这些国会小组要特别加强，尤其跟外交部啊，还有这些专业人员的训练哈，我们会加强。所以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刘委员所给我们的这个的提议哈，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完成。如果我们的国会的网站上面中英文啊，或者外文都很流利的话，我建议可以连接跟我们相关友好的国会的这个网站啊，对，好，譬如说捷克、好立陶宛等等这些，好不好？好，让我们的开放国会是开放到国际上面，好吗？好，好，谢谢，我们会全力以赴。嗨，秘书长好，好，德祥好，加油，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接下来请黄世杰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哈。首先，我要谢谢叶玉兰招委哈，今天特地哈继续来拍摄我们立法院的预算哈，让我们都委员会在本会期呢哈，可以在顺利的话哈，能够顺利的在会期结束前哈，将我们所分配到的所有的预算都审查完毕哈。再次感谢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请问我们的林秘书长哈。是。刚刚我特别提到哈，就是说，立法院哈作为国会哈，这个软体跟硬体哈，大家显然刚刚听了这么多质询哈，有很多需要改善跟加强的地方哈。那在硬体的部分，当然啦，如果说能够这个
改建哈，全地改建或者是说这个迁建的话哈，它当然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哈。但事实上，现在我们在既有的状况下，应该有些东西可以来做改善嘛。比如说，是刚刚有人也提到说，哎，司法法制委员会的配置哈，跟其他委员会不一样。那我想再一次跟秘书长确认，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事情的哈，就是说也不是说哪一种比较好。我是说两种不一样的制度的精神，好，显现在这个空间的配置上面。假设传统的话呢，基本上委员会的设计呢是以询答为主体，对不对？那询答为主体的话，就是大家发言就是到咨询台上面去，然后呢，就是立法委员这边一边，然后呢，这个行政机关这边一边，立法跟行政分得很清楚，好，那。但是以目前社会的这个配置呢，它就比较像是一个合议讨论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每个委员事实上不需要这样做移动啊，他立刻就可以进行这个讨论。那以我们目前司法立法院内部委员会运作，其实两种情境都有的。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进行询答，这个当然是几乎每次议事，不管审法案、审预算，都要必经的程序。可是询答之后，后面的讨论，其实用这个咨询台的方式，其实是比较不方便的。是。那我想要问，就是说，经过这些年的事办之后，这个秘书长这边，你们到底有没有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好的规划？比如说甲案乙案，空间的配置，包含说我们现在的媒体记者席，跟这个委员会内部是区隔的，这个好像也是只有司委会才有，其他的委员会也没有这样，那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因为我们这个会期，上个会期在担任招委的时候，我也有提出这样的讨论，可是呢，总务处并没有，我那时候有要求说，希望把这个具体的可行的配置，因为这个空间的设计还是要你们专业来做，提出一个方案出来给我们来参采，那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下文，是不是可以请秘书长先想讲一下说，你们到底认为怎么样是比较好的，要推广吗？还是说我们要把社会改回原来的形式呢？这个跟委员报告，说实在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伤脑筋很久了，从上一任啊，上一任就一直到现在一直为这件事情我们在左右摇摆，因为事实上有很多委员他的意见都不一致了有一些是这么赞成，有些是这么赞成，那有些又很坚持这样子所以我们变成有点不知怎么侍从了那至于我们后来是认为说，好吧，那既然大家认为说要改回这个质询，那我们又想要改回质询了那后来又因为我们在这个朝野协商的场地，可能在这个如果总预算要一起来审查的时候，常常就是那个场地要比较大，那我们三楼的议场那个场地实在是挤不下了又这个官员啊，然后再加上委员在那边实在是挤不下，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看来如果是在审查总预算的时候官员啊还有委员进来还算可以，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跟各党团报告说阿波兰罗哈今天该保留来做来总预算审查的时候也在做朝野协商的空间，那卖几项的话该做执行台啊那啦后来各党编是认为说好吧，那我们就暂时不动，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变成有两个系统啦，一个系统是认为说我们还是要回去，那一个系统说我们暂时还是放这里。那现在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大家认为执行台要，那我们也是会弄执行台啦，就是执行台还是把它放回去。我们在也许在休会期，我们再想一下把执行台放回去。那这个空间还是保留原有的空间这样子就是等于是两者都复用了这样子。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比较倾向是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你这样子空间够摆吗？你可以先把图画出来给我们看一下，不然到时候等到下个会期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说，怎么变得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请秘书长，就是说你至少先把，因为这个空间
你刚刚讲没有说协商是会用到，我们如果要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委员会在用哦。对对对，如果我们会在改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给这个我们司法法制委员哈、这个所有的委员先看一下，然后大家认为可以，那我们再来施作。那如果大家还是有疑义，那我们就可能还是暂时先维持原状，然后等看大家满意到什么程度，修改什么方案，我们再来处理。OK， 那我建议你下一会期再做了，因为下一会期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可能都会变动了。好，下一会期再处理了。OK， 好。那另外接下来我要问的事情就是说跟软体比较有关哈。其实我也很赞同刚才哈，我们好几位委员提出来，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非常多改进的空间呢哈，不管是对内哈，或是对外哈，都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哈。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预算中心哈，我们有法制局哈，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请教一下哈？我们现在预算中心跟法制局的运作啊，就我自己目前所知，因为我第一届刚进来哈，我们好像就是定期收到哈这两个单位送来的这个研究报告嘛，啊，是跟这个审查意见嘛，对，啊，但是呢，好像感觉不出来哈，跟个别的委员的办公室哈，可以有什么样的连结啊？那也我的意思是说哈，这两个机关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好，它是属于一个独立运作的，好，对外可以用立法院的名义去表示意见的。我甚至看到很多新闻都直接抄啊，好，你们甚至在网站上也有新闻稿啊，那还是说它其实是属于好，因为立法院还是以立法委员合议制为主体嘛，它应该是由立法委员的所谓的智库的机关呢，好，还是怎么样？它有对外有独立性吗？啊，还是说他是跟我们各个委员在问政上面的连接性是什么？啊，这个其实哈，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啊，因为每个国家的国会的它里面的这些规定是不一样的啊，那也跟这个宪政制度是有关的啊，比如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立法权跟行政权的关系哈，你是总统制的制度，还是你是内阁制的制度？啊，国会议员跟这个所谓的国会的研究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做到什么程度，那这要两个层次，我先讲完。第一个层次是当然就政策讨论跟这个事务性的，这是一个层次，比较看起来是比较属于比较官僚的或是比较事务性的，可是因为国会不管哪一国都是高度政治性的，所以这个之间还是有个区隔的，也就是说，所以很多的国会很多国家国会内部关于这种研究单位怎么进行这些跟个别的国会议员也好或是各党团也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什么行为准则或是相关的规范，这样才不会引起这是一些不必要的政治上的问题。那我现在就想问的就是说，目前我们的现状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立法院自己的这个行政单位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相关的原因跟规划？因为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国会内的讨论的这个值不会提升的。好，请秘书长先大概说一下。好，谢谢那个黄委员哈，黄委员问到的这个问题也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问题哈，我们非常谢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我们的预算单位预算中心跟法制局都是幕僚单位。幕僚单位他不可以对外去自己讲什么话啊。那么可是目前的现状为什么常常有说什么预算中心说什么啊，然后法制局说什么 啊那个是一个误解。误解是什么？因为我们预算中心跟法制局，预算中心都有预算的评估报告等等，法制局也有法案的一些评估报告哈，或者是他的那个他都会呈送给委员，但是他呈送给委员的时候，因为有些委员就看一看哈，或者是助理他们会跟记者哈，或者记者会看到那个内容，记者看到内容他认为可以引述，他就直接引述了，所以是大家会有误解说啊，好像法制局自己在讲什么，预算中心自己又在讲什么，其实他们只是那个
报告内容里面有呈现这样，所以被人家引述出来，好像是他们是独立在单位在说，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说独立单位去讲什么哈，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澄清的。那我们这个幕僚单位我们要谨守分际啊，就是说必须要就是我们是服从于所有我们立法委员的不管他是哪一个党哪一个派，那我们要提供的资料都是必须是一致的，而且是没有什么党派之分的，我们就是做我们的研究，我们尽量能够维持独立超然的运作，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处理。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如果说还有一些不足的，我们也许内规可能可以再加强，把它做一个限制。好，我时间的关系哈，我最后讲一些这方向性的话了哈，就是说，当然秘书长刚刚的澄清哈，很清楚哈，非常感谢哈。那我想独立超然哈，这个对于哈立法院的运作是非常重要，这个框架是一定要继续维持的哈。但是除此之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事实上也是期待哈，因为我请助理去问你们的哈预算中心跟法制局的这个人员的这个数字哈，那当然。因为可能因为过去公务员时代的关系，所以博士的比例不是太高，但是呢硕博士加起来具备基础研究能力的比例都在九成以上，甚至到九成八。那所以我是认为说应该好好发挥你们的功能。那我知道说你们的研究报告其实也都跟外面的学者专家有在做交流，虽然只有事后书面审查，但是呢我是希望说能够强化这个部分。那我刚刚讲的事实上跟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事实上现在大部分的立委的问政还是仰赖他自己的助理跟办公室，那跟预算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法制局的这个连结是比较少的。那我是认为说既然立法院你们是幕僚单位，那你不知道在当谁的幕僚，就是说很奇怪。那但是如果说个别的委员或是党团跟你们有交流，又怕引起不够超然或独立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会说你们应该去研拟一些这样的行为准则跟规范，建立这个文化跟制度。那当然这个你们不会独立对外去发表你们的意见，但是你作为幕僚单位的功能还是应该要强化，不然的话，不然我们就两个方向，一个说请立法院编更多的钱，让我们请 更多的助理，或是更优秀的人才，更高的薪水去聘。那如果你要每个委员的办公室都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会有相当的困难，经费上可能也不一定支撑得了。但是我们现有的预算中心跟法制局是不是可以强化这个功能，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呢就要把我刚刚讲的这一个行为的准则把它建立好，好，不然的话会出很大的问题。谢谢，所以我是提醒你们，那也希望说国外的改造不是只有硬体的，像这种软体运作上面我们应该要多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谢谢谢谢以上，谢谢黄委员，谢谢主席，谢谢黄世杰委员。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质询。我可以休息一下。好，主席、各位委员，这个秘书长哈，还有我们立法院的郑委员好，各单位的主管哈。刚才秘书长提到哈，这个各幕僚单位啊，法制局刚提到了法制局、预算中心啊等等哈。事实上，这个要遵守的是要从宪法开始，宪法守护宪法。守护法律，这个是我们尤其是立法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五权宪法五权宪法的一个当中，到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立法院跟行政院，对不对？目前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所以立法院行政院怎么样能够守护立法院的一个尊严地位，这很重要啊。从秘书长到所有的，当然院长是更重要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宪法要放在第一，法律放在第二啊。怎么样去守护这个宪法跟法律啊？
所以不是说啊听某个委员，不也不是听哪个党团呢、啊，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在立法院宴会的那个位置上面都没有啊，并没有这个立法委员呢？不是院长、副院长嘛，和秘书长，然后底下都是幕僚，啊，怎么样去把这个正确的宪法法律啊，能够让这个院长啊、副院长啊能够清清楚楚，甚至该啊该拉那个衣服，该拉这个西装啊，说啊不能党团的送出去啊，虽然是要处理了，但是像这种禁复恶毒，把预算禁复恶毒，或者是把法案禁复恶毒，那已经是社会上已经特别关注的，啊，像这种的，就要建议院长啊，休息一下，先不要处理，啊，沟通一下，会更好，会更好，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尤其是在相关的这些案子，媒体在问的时候，啊，媒体在问的时候更要谨慎，啊，像那个禁复恶毒，你们法制局就是。媒体我不知道媒体是不是乱写的，还是你们也没看到你们澄清了、啊哦、就认为说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部分呢、啊、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审慎、啊、这个秘书长、这个要是不是要朝这个方向，一定要往这方向来努力。那个谢谢郑委员了、啊、这个原则上我们议事人员呐、啊，还有我们这个所有的幕僚，我们就是必须要，尽量这个维持这个所谓的这个游戏规则，让它能够就是能够中立嘛，哈、啊，这个是我们的职责啦，我们一定会做。那么当然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运作里面，当然各党团都有各党团的主张跟想法了哈。那有一些主张跟想法，当然这个难免这个攻防都会有。那么在这个攻防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弄到说尽量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做协商，或有机会能够坐下来先沟通等等，那这个我们会特别再加强。谢谢委员的提息哈，我们就以预算啊，立法外界在质疑骂哈、啊，不是说骂哪个党团了、啊，其实是在骂立法院了、啊，所以该解释该说明的。把过去的案例说得清清楚楚，啊，以预算来讲，至少这个我是从民国88年到中央人民会服务了，啊，哪一次预算是在12月底以前完成的？几乎没有嘛，除了少数我们要选举的时候那一年呢，不是，其他的都是一月才审完呢、啊，一直都是这样。啊，今年也没有大选了，对不对？都是一月审完，然后有追那个涉及到加薪的时候，啊，你们要主动说出来啊，啊，资料都在你们手上，主动要说出来。107年加薪的时候，预算也是一月才审查通过、啊。我请教一下那个主计处，主计处处长。请教一下主计处处长，加薪，明年要加薪，对不对？好，明年要加薪，一月份的薪水什么时候发？一月份的薪水，我先讲平常一月份的薪水，平常一月份的薪水什么时候发？哎，我们在1月1号，嘿，好，1月1号，1月1号就发。对，1月1号，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作业？我们大概在24号、25号有就24、25就有作业嘛。对，如果要加薪的话，更要提早嘛，对不对？因为基本上12月的薪水跟1月的薪水，轮候有一些落差了，基本上都是一样了。啊，那我请教你，那个年终考绩啊，年终考绩2年甲等可以升一个职等，对不对？是不是？那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结果，也是2月以后嘛，对不对？会补发1月的，对不对？是嘛？
都是用补发的嘛，一样，加薪也是一样，都是二月去补发一月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以往都是这样，年终考绩也是这样嘛，因为考绩本来一规定十二月就要打了，但很多都是一月才处理了，啊，就算十二月底以前打完，一月也来不及发嘛，也是二月的时候受给一月嘛，所以这个要跟外界讲清楚，啊，不要为了这个小小的事情，啊，弄得，啊，很像是为了这个。这个就是守护宪法啦，讲清楚就是要守护宪法，就是要守护宪法，就是不能进乎恶毒，就是守护宪法。这基本的预算法相关的立法院的相关的法律，这很重要。好，秘书长，所以这个部分呢，好，骂立委就是骂立法院了。对不对？那立法院秘书长以下的所有的同仁就是要守护立法院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要因应哈。然后讲一个这个哈，这个是个案，涉及到我们立法委员的哈，我本来还不想提了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我还是提一下这个110年度的国外旅费。啊，无论是这个同仁的国外旅费，或是立法委员的国外旅费，111年度啊，也是一样哈，啊，在这个部会的国外旅费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为了因应啊，为了因应国内啊，国内的观光旅游啊相关的这些啊，他们国外旅费，因为它同一个科目了。啊，国外旅费、国内旅费，都是同一个科目，啊，就像立法院一样，内部的你们的单位的部分，国外旅费跟国内旅费是同一个科目，但是立法委员那是不同的科目了，就很难匀支。啊，主计处处长是不是这样？报告委员，我们的国外旅费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立委的国会交流，我知道，我刚刚已经讲了，对，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工作机会，所以我讲的是原资有它的极限嘛，有的它规定有它限制嘛。然后国内旅费、国外旅费都是在旅运费向下了，对，我知道，所以有这个我讲这个部分了，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啊，那怎么样去啊善用啊这些，然后在国内能够去执行，当然现在很。看起来有困难，是除非你们有别的方法了哈，我也不讲那么明了哈。好，谢谢哈，谢谢。好，好，谢谢郑天才委员。接下来请洪孟台委员质询。好，主席，谢谢。我想先请教刚刚延续刚的这个郑委员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明年一月就是要公务员加薪4%的部分嘛，那我们很关心说，那这样子立法院我们的公费助理的部分有没有比照办理？那个洪委员，那个公费助理的部分，原则上事实上是我们都是惯例都是透过朝野协商，那院长会组织朝野协商啊，协商哈，那原则上大家大概都会同意，是，然后就会比照办理。没有长，您是4%，你有经验呐，没有错，因为本席也看到之前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调薪的部分，那确实是用朝野协商啊。对，那请教，因为现在也是岁末年终了嘛，那院长有没有规划什么时候要召集朝野协商？会，因为我们在临时会的时候哈，因为也在审查公务预算嘛哈，那这个我们就会在，因为都在朝野协商期间呐，那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会顺便哈，请大家说，哎，这里有个工会助理的这个哈，我们是不是大家也签个字哈，然后一起来？所以秘书长，我们一起利用这个机会，也向我们全院，其实不分朝野，所有的委员的工会助理其实都是非常优秀跟辛苦了，所以也帮他们请命哦，就是一定要在临时会的时候做这个朝野协商。会。那另外，我确认一下，加薪4%的话，是整个这个工会助理的薪总薪资调涨，还是个别薪资调涨4%？额度是原额调涨4%，还是个别现有的公费助理的薪资个人调涨4%？
应该是总数啦，啊，总数，然后由那个委员去做分配，OK， 所以这样子也没有强制可以到每个助理。当然，我办公室我已经跟我办公室讲好，就是我办公室的助理只要有的话，他们都自己调薪四%。因为委员可以说我就是每个委员每个助理都一样就调嘛，因为我总数给你已经是四%了嘛，你要每一个调都可以啊。但是委员也有一个权利，就是说他想要稍微调整一下。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放在朝野协商里面，由院长这边提出来，跟大家先做一个建议？不然的话，这样子好像是空白授权给各委员办公室。洪委员，你讲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呐，哈，因为以前我们也没有这样子做到这么细啦。那如果说要把它做到这么细，那必须要所有委员都同意，都同意，就说我本来这个是我的权呐，那变成说大家约束一下，就这样做。好，了解，好不好？不，秘书长，因为你很有经验呐，我想调和顶耐的功力，你就厉害了，所以才会提出来说，如果要大家达成共识的话，可能真的要秘书长这边调和顶耐一下。来，秘书长，那我另外也帮我们立院的这个警察同仁啦，来跟您请教一下一个问题：疫情去年爆发到现在快两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进出立法院每天。哦，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了，一进出的时候一定先额头先凑过去给住卫警，哦，然后再来量完体温之后要拿一个什么贴纸，对不对？贴，我们也已经贴了一年多了。但是秘书长，我必须说，我刚刚放眼坐下来放眼看过去，你很标准，你跟本席一样都有贴着，但是其实很多同仁已经没有贴了，或者说今天的红色贴纸已经没有在他身上，可能不是大家故意的，而是可能因为这个贴纸其实粘性不强，再来就很容易掉。好，形式主义会不会大于实质主义？本席当然要求希望我们防疫一定要做到位，但是过去这一年多，其实贴纸这个部分啊，我想我们今天也不用你看我看你啦，因为今天有人真的有人有贴，有人没贴着啦，那这样子会不会某种程度上变成就是做个样子，做个形式，那徒增远景的这个工作勤务？因为尤其现在下雨天，我们看有一些那个远景，他我们委员过这个中间镇江街的时候，他要出来协助挡一下交通，然后还有这个雨伞的部分，然后还有这个贴纸量体温，然后还要引导这个外宾，如果说有些人他比较不了解，说要走大门，其实都很辛苦。那我现在不是说不防疫哦，我先开宗明义先讲，防疫当然要做，而且这是疫情指挥中心来讲，但是贴贴纸这件事情看起来已经变成是一个形式主义，因为有人可能一早量体温量了之后，他贴纸掉了，那也没有再补量，也没有再什么，那但是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了，就一个形式啊。秘书长有没有可能？因为已经一年多快两年了，那贴纸每天用，其实我自己看也觉得好像有点浪费哦。都变奏工这些贴纸重复使用，那好像其他政府机关或者其他我们去其他地方，并没有在使用贴纸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来讨论一下，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达到防疫量体温的部分，但是可以来做精进？这个。谢谢委员所提的哈，当然这个目前，我们是这样做了哈，那也许真的是这个贴纸的粘性也不是很好哈，所以我们是可以考量一下，看在不影响防疫的情况之下，我们做一些调整，我们会来考量。不过我们也很担心说，如果我们做的不切实，那万一又有什么哈，我们也很担心啦，因为我们对委员的安全还有大家的安全，我们是列为第一优先。是啊，不过你所提出的，我们会来好好评估考量，我们也感谢您所提出的这个方法，感谢秘书长了。我想，因为立法院毕竟开会来自四面八方南北，那还有就是有些时候协调会、公听会很多不同的人士嘛，哈。对。但是您刚提到，您刚回答一个重点，就是确实啊。对的。因为本席认为说，现在贴纸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确实的。好。很多人可能他就现在就没有贴了，那你在进出的话也没有要再补量，通常是早上八点到十点会第一次进来的人会都。
量的比较精确，但是十点过后进出，其实基本上好像也就没有那么的确实，没错，好不好？这一点请秘书长这边再研究。但是我是要帮远景来请命，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好不好？好，谢谢秘书长。我感谢那个洪委员所提出的这个建议，谢谢，谢谢。好，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等一下再开始，谢谢，谢谢。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下一位委员邱显志委员，邱显志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郑丽文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请这个立法院秘书长哦。今天我们审这个立法院的预算哦，那么第一个哈，我想请教一下哈，在我们的立法院院方的 Instagram 上面，为什么是跟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民进党网军侧翼的团体合作？同时就在我们立法院官方的 Instagram 上面，他所PO出来的相关的意见都有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跟政治立场。那么对于立法院，这是我们官方的 Instagram， 他不应该有任何的党派，有任何特殊的立场。为什么立法院会跟法律白话文运动是雇佣关系还是什么样的关系？请教一下秘书长。这个是因为哈，我们立法院有一个所谓的开放国会的一个议题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动议哈，所以我们立法院有成立一个开放国会的等于一个决议，然后我们透过这个立法院这个四个党团共同决议来做这个开放国会，然后透明国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决议。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决议跟这个行动之后，我们就是必须要做国会的开放，然后它有那为什么选择跟法律白话文行动来做把法律白话文运动来做合作？为什么选择它？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每年编多少预算给他们多少钱？我请你具体回答我的问题。没有人反对开放国会行动方案啊，但是为什么只选择一个团体叫做法律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只跟他们合作？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哈，我们那个政委，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开放国会行动方案里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针对这个宪法哈修宪，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有一个修宪的一个议题啊，我们在正在进行。对啊，为什么选择他？所以我们那个秘书处就认为说，这个修宪的议题哈，那我们要修宪要有白话文，那白话文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说，请问这样付他多少钱？我们现在都不付钱的啊，我们都没有付钱，我们这个只是跟他们，你确定哦？对，我们只是跟他做连接。好，第一个，为什么选择法律白话文行运动？我刚刚已经讲了，他没有任何相关的专业，他也不是宪法学者团体，也不是台湾有这么多的相关的法律的专业的团体，在宪法修宪的议题里面有这么多的议题，包括我们的中央政府体制，包括我们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动物权的议题、人权的议题、十八岁公民权的议题，有这么多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你一个都没找，只选择了一个法律白话文运动，非常严重的偏颇，就直接在我们官方的立法院的 Instagram 上面，我刚刚讲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非常不当的带方向，譬如说不在籍投票，他就讲了一大堆负面的意见。在立法院，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讨论，各种的立场都是可以在这边提出来讨论的，而不应该在我们的官方 Instagram 的账号上面独选。我刚刚已经讲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鲜明的民进党侧翼的网军，在台湾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专业的、任何的一点信用都没有。它代表的是极少数的偏颇意识形态的一个立场跟声音，
尤其是修宪，更不应该让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直接就跟立法院挂在一起耶，肩并肩挂在一起耶，他是凭什么？今天我们居然有这么偏颇的行为，就在我们立法院的官方 Instagram，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离谱。在这边，本席要求立刻下架。秘书长，可不可以立刻下架？如果委员认为说这样不妥的话，那我们就把它下架，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是说法律白话文，我们希望说他能够用白话文的方式，然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一些修宪可能的方式。他没有在推动法律白话文，这只是他的脸书账号的名称而已。我刚刚已经讲了，他是一个每个人都知道，大家都很认识、很熟悉的一个民进党绿营侧翼的网军。我刚刚已经讲很多次了，他居然就这样子堂而皇之的直接进入我们立法院。哎，你们真的都没有把在野党放在眼里呢？你是直接把我们当塑胶呢？你是认为说我们都没有人在看呢？怎么可能是这么的大胆、这么的粗糙、这么的粗暴？就直接让民进党侧翼网军直接上立法院的官网，然后PO这些是什么意见啊？这跟我们今天所有在立法院的委员所合法提出来的75案修宪案里面没有任何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请问这些讨论的意义在哪里？我刚刚已经讲了，它的内容这么明显的偏颇的意识形态，我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我在之前写预算案的时候就已经跟你们秘书处问过这件事情了，你们早就应该把它下架了，还要等到我今天要在这边提出来你们才要下架？今天立法院已经是太离谱了啦。好了，意识不中立已经很明显了，居然今天当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不是说立法院是他的呢，不是说立法院的这些同仁，不是说立法院的这些账号就变成尤锡坤的，就变成蔡其昌的呢，他还是我们全体立法委员的呢，你就直接把我们当所有在野党的立委当作不存在吗？立刻下架。另外，刚刚我已经听，我要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预算，刚刚的这个民进党委员已经有问过了。好，那我在听秘书长你回答的时候，我就发现说，预算中心它是一个长期以来，预算中心跟法制局，全世界的国会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国会功能的最重要的灵魂跟核心，就是审查行政部门政府预算。那么所以有预算中心，对于这么庞大庞杂的预算，在立法院里头有专业的幕僚单位先进行审视审查，长年以来不管谁执政，不管谁当立委，大家都非常仰赖预算中心所提供的资料。预算中心所提供的建议当然不是圣旨，最终还是要经由立法委员审查的意见才是最终的意见。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专业幕僚，长年以来都提供给立法委员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他的职责之功能所在。虽然有很多的媒体会直接的参照预算中心的意见，然后就直接写说，哦，现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所编的预算被预算中心指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妥之处，但这些都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行政部门可以辩护，可以说明。立法委员的审查最终，我刚刚讲了，也不会完全就按照预算中心的意见，但是对于这样子一个常年专业幕僚的意见，现在却有来自立法院高层很明显的压力。我们发现他现在提给我们的建议报告里面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那些意见了，全部就是剪下贴上而已啊，就直接把行政院部门的这个编列预算的缘由直接再抄一遍。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让预算中心的人好好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阉割掉我们的预算中心，阉割掉我们的法制局？
立法院就这样自我阉割吗？连一个幕僚单位，他们常年秉持的他们的专业立场去做审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都不可以吗？都不能够让任何的媒体委员收到对我们的行政部门不能够有任何一点意见吗？立法院关起来好了啦，关门了啦。为什么行政院比立法院大？我们立法院的存在就是在帮 老百姓看紧荷包审预算。行政部门这么庞杂，他有时候根本就很怠惰啊，编的预算里面问题一大堆。那如果连我们的预算中心都不能秉持他的专业提供我们立法委员相关的意见跟参考，我刚刚讲了，为什么今天立法院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子打压我们的预算中心，打压我们的法制局？立法院现在要关门大吉了吗？哈，请教一下秘书长，怎么回事？我们对于立法院预算中心跟法制局所提的意见，原则上我们都并没有说要去干涉他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全来都没有。好，那至于预算中心跟法制局，他们有时候说对外在讲什么话，其实他们也没有对外讲什么话，都是就是他们预算中心提的报告，大家都是可以看的啊。对啊，他都是公开的啊。是啊，我们多少立法委员长年以来都是参考预算中心写的，很多的预算案都是预算中心提供的啊。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嘛，也不是预算中心提供的就全部照样通过啊。那委员也会有委员的判断，委员也会有委员的意见，行政部门也会有行政部门的解释跟说明。但是你今天预算中心送来的东西已经完全都已经走中了嘛，跟过去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管怎么样，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啊。为什么给预算中心有任何的压力呢？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写出来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并没有给他什么压力。那我刚刚听到你在回答民进党委员的质询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讲的啊。哦，我们不就说预算中心没算在内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单位啊，他意见被人家引用很不当啊，这不就已经暴露出你们的心态跟态度？你就是承认了嘛，你就是承认说今天立法院高层认为预算中心、认为法制局不应该再秉持了他们的专业，立法委员、立法院监督行政部门的立场。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没有，也没有预算中心也不能保证他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问题是他是秉持他常年的专业，他最懂得怎么看预算书嘛，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那如果今天自我阉割，在写的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有个小警总，现在遇到行政部门的预算通通没有问题，通通写得很好，不会啦，那个又把我们立法委员当白痴吗？郑委员把我们立法委员当塑胶吗？为什么立法院要这样子自我矮化、自我阉割？我真的不理解，有这么悲哀吗？哈，跟我叫悲哀哈，那这节一定做到这款的程度都卖走啊！没啦，不安尼啦，哈，我们没有干预那个立法那个法制局跟预算中心啦，我们只是说法制局跟预算中心，刚才在答复那个房委员的时候说，法制局跟预算中心他不能够独立自己在外面自己发表自己任何的意见啊。他没有嘛，你也明明知道，那我们的预算中心怎么可能自己独立在外面发表？他发表是要干嘛？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些都是专业的公务员，都在立法院上班上了一辈子了，来来去去这么多的党，不同的院长，不同的立法委员，他们看很多了。是的，所以那个郑委员，今天就应该要凸显国会。这些是我们国会仅有的武器。我坦白讲，我们都还在认为说，预算中心、法制局的预算人员资源都少得可怜，都不够，都还要增加，才能够增加我们国会问政的品质、专业的程度。毕竟行政部门在藏预算，那不是我们立法院真的能够好好的全部通通抓得出来的啦。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跟我们是一致的。那结果现在完全不能够忍受不同的意见，不能够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在媒体上面披露，我们现在是已经是一个一言堂集权的国家了吗？我们所有应该要有的专业机制、民主机制，所有立法院的牙齿武器，通通都要拔光光吗？没有，那个、简直就是可恶至极、可耻至极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立法院高层，你最起码的嘛。最最起码的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守住了，不然的皇后的贞操就变成笑话了。谢谢，谢谢主席。好了，谢谢那个政委，你的想法跟我们是一致，我们会一起共同努力了。好，秘书长，我进立法院的时候，很多先进都告诉我说，我们的预算中心非常非常的专业哈，所以我一直都很信任他们的所有的报告，所以请。秘书长一定要保护好这群专业中立的公务员啊！谢谢。来，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质询。好，谢谢，谢谢赵委。我要请教秘书长哦，是立法院是不是一个宪政的独立机关？立法院当然是宪政独立机关啦、啊，但是现在外界不认为啊。我的看法啊。包括院长，包括你啊，包括所有坐在后面的同仁啊，现在变成行政院立法局啊，变成民进党的立法单位啊，什么都配合啊。所以外界啊，所以外界对立法院评价不高。当然，立法委员很重要，但是包括院长，包括你，包括坐在后面的同仁，一样要检讨啊，院长。秘书长，要院长或者要秘书处所有的同仁能够专业独立，这么困难啊？秘书长，你们可以讲一下。我们当然是秉持我们一定要专业独立啊。但是讲归讲嘛，都不独立啊。不是啊，一点都不独立啊。不是，有你，尤其秘书长，你某个程度你是政治任命，某个程度我们得认了嘛。在副秘书长以下，要帮忙，你要一点骨气，像个样子，这不行啊！有院长讲说他送进来一定要收案，不是、啊、这样的立法院呢、啊，真的关门好了。我请教看谁可以答复了，不是啊？那个预算可不可以包裹我表决？讲一下谁可以答复？预算可不可以包裹我表决？还是一样？谁可以答复？立送案啊，曾委员，这样是有点那个啦，是有点为难这个所有的这个。我没有为难啊，因为很多事情哈、哦、是所谓的政治攻防啦、啊，政治攻防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政党之间他们在攻防。秘书长讲太好了，好、哦，政治攻防，政治没有错，朝野政治攻，但是秘书长。或者是副秘书长以下不能介入，我也知道是政治攻防啊。是啊，你政治任命，你稍微偏向委任的，副秘书长以下不可以介入。我这样讲要求合理吧？是合理的，他们也不会介入。但是你不能放着这副秘书长以下每个人都介入啊。不会，我也知道是政治攻防。不会，他们也不会介入啊。哼，通通介入。没有。我问，一双案可不可以报告表决？谁可以答复我？预算案是这样子啦，预算案当然，预算案原则上它就是措施性的法律，它也是法律的一种。对，它是法律的一种。那么它是法律的一种，当然就是依照法律要怎么处理的议事规则，我们按照这样来处理。所以。预算案并不是独立于法律案，说预算案是另外一个法律，不是，它也是一种法律，应该是这样子讲。啊，可以包裹表决吗？那包裹表决，当然你要包裹表决，必须要有包裹表决的条件，跟包裹表决你必须负担的后果啊。条件是什么？对不对？好，那个秘书长，那我问一下，副秘书长，预算案可以包裹表决吗？我想委员在谈的就是说，也许过去的例子，或者是说在预算案到底很多的案子我们怎么处理了？好，那过去当然事实上也发过案例，
那大法官虽然不受理那一次的解释，但是他在不受理的这个里面来讲，他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到底怎么处理程序，那是立法院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所有的提案如果不是这个同一事项，那就应该分开处理。那第三个就是说，但是如果这些提案有滥用议事权利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另外。但是他还是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这个多数决，但是要尊重少数整个讨论的过程。以上没有错啊，他里面你应该讲了三点呢、啊。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你发明的，你提供给当时的啊。对不对？你发明的前瞻基础建设，包裹表决啊，那个过程恐怕你发明的、啊，我还没有听过，还可以包裹表决，就你刚刚讲没有错，大法官解释，当然就大法官没有，他已经大法官解释了，即使他已经丧失他的公信力了，不过他这里面也没有否认哦，也不可以讲，也没有讲可以包裹表决哦。所以我要问，在这里看秘书长或者副秘书长，给个明确答案，到底预算案往后往前都算了，前瞻基础建设那个是副秘书长的好的建议，卖力的演出我就算了。我说以后预算案能不能包括表决？假设能够包括，立法院关门算了。秘书长，你能不能给答案？能不能帮我表决？应该不是这样子了。怎么不是？不然哪样子？就是你也当过总召，也是个非常尽职的总召哈。你也知道说这个都是政治在攻防了。那政治攻防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立主持议事的人，事实上有时候都是很难进客总召的，对不对？不是啊，很难。很难说，这边也讨好啊，这边也讨好啊，两边都不用讨好，你就回到议事规则，回到立法院职权行刑法。当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又变两边骂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事实上是觉得说，这个政治攻防的事情，我们就让它变成政治攻防的一部分，让它去由各个党自己去负责政治责任跟政治后果，没错啊，我赞成啊，但是你就不可以标过表决。我请教你，因为你也是我们立法委员的先进，以前在苏家全院长以前的哪个院长预算案有包过表决？有哪个说预算案要进乎二读？你也参与过啊？包裹表决，我还长眼睛，第一次听到，记得第一次看到包裹表决，所以我要确认以后会不会包裹表决。我们的职责，当然我们会尽量让类似这种情形能够尽量减少了哈，但是我们不是减少啊，因为我们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了哈，委员你千万要知道，不是由你决定，我知道由院长来决定，但是你们幕僚要专业跟院长讲啊，有合议制，对，但是你假设院长要强力包裹表决，你要跟他讲这个依法不合啊，而不是说你帮他找什么特别跟他解释说议事规则可以，你帮他开条路嘛，他就敢了嘛。立法院从成立到现在，以前呢、啊，老国代的时候没有说包裹表决，预算案包裹表决啊，送大法官解释本来就不寄望啊，这大法官谁寄望他这些的解释立场不稳，太偏了，我们本来不相信他的解释，我觉得连看都不想看了。我意思说在这里确认以后你们大家没办法掌握，好，院长他的事，我们来改天再请教院长，当面请教院长。我请问秘书长，你们认为预算案报告表决合不合适，合不合规？院长，我们
当然是认为预算案如果包括表决当然是不合适了哈，最好不要了哈。但是它合不合规，其实有时候那个是属于政治攻防的一部分呐。我只能这样说，秘书长，合规，因为你这个问题就不对了嘛，不合适嘛。啊，第二个合规是政治攻防，不合规就不合规啊。不清楚不清楚啊，政治攻防归政治攻防，你是不清楚的情况底下才有政治攻防啊，啊本来就不可以啊，依照议事规则本来就不可以啊，好吧，就刚刚副秘书长讲的啦，虽然我们不看大法官会议解释，他也没讲可以啊，但是他也没说不可以啊。但是回到他讲的是回到我们预算立法院嘛。对啊，就那立法院，那我就问你了，回到立法院自行处理。对对啊，我问你啊，我就处理你，你就问我，我就议事规则啊。他的意思是说，回到立法院自行处理，就是回到立法院的政治攻防，你们自行去处理了。他意思是这样子啊。好，我想请那个曾委员，我想我们对这个哈，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看法，那我原则上我们都尊重了哈。那当然我们对在这个意识上面有大家有所不同的冲突等等，我们也当然我们的责任就是必须尽量减到最低。那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有它的限度，请你一定务必要理解。你的讲法我理解了，但是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你讲的不合适，第二个政治攻防那是政治层次的问题，朝野去攻防，但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你要答复我。依照议事规则你讲的很清楚啊，措施性预算案是措施性法律啊，可以包裹表决。这是来是我是要来问上，看上能不能给我个答案？曾委员，你看，连大法官他都故意弄成这样，你看他，你他是不是也把他丢给我大法官了、啊？你也晓得大法官能信啊？大法官的，我跟你讲，现在大法官投票他的 credibility 很低啊，那谁相信这些大法官？我们对法律的解释没有办法超越大法官呐、啊，不是。对不起啊，这个是议事规则的解释。好，那从议事规则呢，谁来解释？秘书长你要解释，还是议事处的处长来解释？不要逼你。我们的议事规则当然是我们就按照议事规则来处理了，好吧？好了，不逼你好了。好了，谢谢。这个就像本席一开始所讲的，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谢谢秘书长、副秘书长还有议事处长这些都是能够坚守固守这个议事规则的哈，然后提供主席最及时的专业中立的见解。好，接下来请江永昌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就交于秘书长。我先就那个我们的国会图书馆的哈，图书馆法当中我们被定位为专门图书馆，所以不像公共图书馆有那些设置的基准，可是也不能太难看了。国会图书馆找你的那些事项当中，我就不知道说跟外国的资料相关的连结有没有哈，能够怎么做的哈。第一个，我先来讲哈，你们真的认为啊，嘿。第一个它分隔两地的藏书了哈，这在我们只是地下室的一个小小角落，不然就到新店去。那藏书这样够吗？特立法院自己哈，当时在因应立委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包括请你们研究欧美日的这个国会图书馆的这个设置的措施，然后那以及相关的改善方案。啊，结果你们最后做出来就是说、空间跟属性，所以用典藏精致化的一个策略。可是这样子就让我们整个的国会图书馆真的非常的微小跟不堪了、第一个我就讲藏书量就不足了，可以回答我吗？我想这个国会图书馆当然有它的先天性的那个障碍了哈，所以我们只能够那个空间不足，所以只能在那边。那现在我们的藏书那个足不足，还有不要说输给国际上其他各个国家了。我请连国内的大专院校，我想那您听就好了啦。连国内的大专院校，我们都输给他们了。就是我这边
也是根据教育部相关的资讯平台所得到的，好、哦、所有的这些书籍总数了哈、哦。那现在第一个问题是藏书不够，然后还要分隔两地，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哈、哦，助理有时候要研究啊，你要去印店那边去取书回来，一周才一个班次哎，那怎么办？我想这个我们都可以加强那个江委员，我们这个如果。你说起书的哈班藏书不够啊，不够啊，哦，我们的这个建筑空间也不够，然后相隔两地，然后每周才能去起一个。那我跟你讲哦，那个旧的市议会那边哦，就在隔壁而已啊。对，那也可以考虑啊。立法院没有办法能够迁移到其他地方去找寻更好的环境，那是不是旧的市议会那边他们现在相关的计划，我们可以去跟他争取看看呢、啊？好。好，我们来争取看看，因为我们真的图书馆它硬体设施实在是我们真的要好要特别藏书不够，硬体设施环境好、哦、距离远近这个都不行。那至少你知道现在有网络上的一个资料库啊，啊资料库其实就是最快速的一个改善的方法、啊，我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了哈、哦，你知道吗？我的助理还自己要去买书，跟你们建议耶。是英国的信托法，对不对？这法国的宪法与政治体制，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哦、基本教材啊。但是我们这边都付之阙如啊。那如果像这个资料库，像一些期刊，比如《金融时报》、《外交政策》、《外交家》、《彭博》、《世界报》等等，这你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象跟考虑哈、哦？能够赶紧去努力啊！啊，那个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图书馆馆长来回答你一下？他回答不了什么，我就想问你而已啊。啊，好，那我告诉你，对对对，原则上我当然委员的建议我们都会强。好，我继续念啊，我都是指教嘛，哈，看你们。比方说，像我们英文资料库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啊？我们的 Hi Online 也只有部分能阅读，而不是全部能阅读了哈。嗯。那这个那个 Westdoor 我们也没有去订啊。法国的法律资料库对我们来讲，台湾好像脱离了吗？难道都不用参考吗？哈，好，那个他都是我们也没有嘛。立法院现在看只有牛津跟威利的资料库啊。好，但是海牙国际法学院讲座的这个 Blue 资料库，我们也是没有啊。你看我这样随便数数，就觉得台湾的国会图书馆真的很弱势，真的很弱到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哈。以上我这些哈都是希望你们能够去改进的哈。谢谢。那当然在书籍、软硬体这些。谢谢教。那我现在就回到，我提到这个就是想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点。好，我不是要去苛责法制局，但我觉得必须要去进步了哈。那因为你知道，每次我们审议啊，比方说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啊司法院，然后送法案来审，我不知道是因为对司法院特别尊重还是怎么样，总是。提不出来，可是我们在这里询答的时候，有时候连司法院秘书长都答不出来呢。我就举最近的啦，比方说法院组织法、民法诉讼法，那你们对啦，法院组织法送来立法院5月7号，那、啊、你们6月18号出报告，啊9月17民事诉讼法来了一读，然后10月6号出报告，但却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法制局的研究报告也没有办法把它。盘点出来了哈，那蔡少芬就觉得很薄弱。那我想我用举例来给秘书长讲一下了哈。好，就像这当中牵涉到有关于审判权的冲突的解决机制，因为我们那个大审法要结束了嘛，接下来就进入宪法诉讼法。那么如果审判权有争议，普通法院跟行政法院当中的以前是可以，就是说。现行的哈，就大法官来决定审判权的归属，但那是抽象通案性的。现在却变成说个案摆个案，好、哦，普通法院觉得这不是我的，啊、就丢给行政法院。行政法院都认为是或不是的话，到最高法院那边去做，但是也只能就那个个案去定那个审判权。将来这个会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嗯，但是这个争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说，我像我刚刚就在讲了，可能很多外国一个法律可以去参考啊，这明明就有啊，但我们的研究报告是付之阙如啊。嗯，好，你知道吗？谢谢那个江委员这么深入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真的是我们法制局这边我们必须要再加强了哈，因为也许他们那个法制局这个部分。
对这个法院制度的这个部分，可能他们涉猎的还不够。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司法院那边是担心大法官负担过重，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在立法院这边应该更有能力，相信自己能够提升去发现问题啊。因为只要我们稍稍参考外国的体制，像法国啊，他有专门这个处理审判权争议的冲突法庭嘛，德国也有五种审判权的共同大法庭去解决法律的间接统一，但还不见得一定你要去看原文书嘞，因为其实就在我国国内啊，我们的一个红霞大法官有没有在四至七七二号的这个解释当中，他有去介绍法国的制度，司法院自己的刊物《司法周刊》也都有专门研究，所以我就说。我看了之后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说、台湾的法源因源于国外什么样一个制度，我们来参考，因为很多也不是我们自己去自创或发明，可事实上当在地法院看相关的这个行政院或各院送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这方面去下一点功夫啊，不太理解是什么原因啊。好，谢谢那个江委员，您的这个意见很好。我想我们针对这个我们的法制局啊，必须要做加强跟改善呐、啊。我不是苛责了哈，我是希望了。如果你觉得我提得好，我就继续再提出。谢谢。好，我再跟你讲一个要紧的事。他假如说像行政院送来院版的条文哈，它是不是很重要？对。那我们都有出研究报告。那我们跟国外的这个签约，也是很重要啊，缔结条约啊。那我去查资料哦，法制局的评估报告从1986年到现在1000多份，没有任何一份的研究报告是关于我国跟他国签署的条约或协定的啊。但这个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但是我们真的都这么放心吗？我国跟他国签署的这些条约协定，那我们法制局的研究员能不能也在这方面，我举一个例子，我再让他体会一下嘛，最近啊，我们跟人家签那个贝里斯啊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对不对？那我们都在关心哦，外交部是不是努力推动我们的外交，是都在问那些。那事实上，那个条约内容就影响很大，因为第一个，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跟贝里斯的刑事诉讼程序法规一定不一样啊，我们也没有再去管。没有去做这一方面的功课，很多不一样啊。因为包括台湾的检察官，如果你今天去起诉，发现最后不对哦，这应该是别条的罪名。可是我们在跟人家签这个刑事互助的条约当中，我们是尊重他们那边呢。说你今天我们向他那个请求，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当中，是不能用别条的罪名再起诉。本来你想起诉他，结果变成脱罪条款。这我们自己也没有去注意。然后这个证据呀、也许在刑事可以用，可是如果按照贝里斯那边来讲的话，你刑事打那个诉讼完毕，不能拿去民事求偿，这些也都没有人关心。然后要紧的是，在贝里斯他们证人特权很大，他们证人特权就是说，他来台湾之前，进入台湾之前，我们请求他来作证，就不能够有什么起诉羁押相关的那一些。我们本来是只有这个不自证己罪啦，但是对于我们跟他所签订的这个当中有没有，几乎是他是免受追诉啦，就是说这种种那法官询问的时候发现证人有犯罪嫌疑，也不能再叫地检署调查，所以这种种。也就是说我在讲啊，不会吧，我国从跟人家缔结条约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我们可以在立法院审议的，因为我真的会觉得可能是外交部或者我们的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他有难言之隐，可是难言之隐他没有办法直接解释是他的问题，那立法院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角色来扮演好了，那么在谢谢那个江委员这么精辟的这个提出意见，这个真的很深入，我们很感谢。那如果说这个是我们漏掉的，那我们会立刻来处理，就是说我们以后对于外交国际外交条例如果送到立法院，我们也会提出评估报告。
好，我今天就是指出了好几项了哈。但我当然肯定，好啊，立法院哦，所有我们部门人员大家的努力、贡献跟付出。但是我们不是说啊很好，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必须再更提升。改进的空间，我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谢谢那个江委员。哎呀，是 啊，这样才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你们的功能跟职权的发挥了。对，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江永昌委员。接下来杨琼英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张其禄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哈。那我这边当然也是跟我们立院秘书长林秘书长哈一些讨论。好，谢谢。好，那秘书长好哈，这个我想这边哎，谢谢秘书长。那个这边哈，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立法院本身呐哈，用这个咨询面问自家人哈。其实现在是秘书长，您也可以看得到哈。其实现在我们这立院这本身哈，比较偏总务的这附近的这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你看，光这个台北市这边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将近有12处违规哈跟违建哈，那建管处也甚至都还开出了一些这个查处书哈，还限期我们改善哈。其实这些也蛮多的了哈。其实你看这个新媒体这边早就把我们列的零零总总了哈，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合作社就是违建哈，那我们这个康源餐厅当时这个登记执照，本来写图书馆哈，后来现在变餐厅哈等等，就是说这还蛮多哈，包括我们的绿化面积不足啊哈，群贤楼地下室一楼的图书馆也违规使用啊，哈，镇江街的这个地方道路也在这个占用等等哈。事实上，说实话，这个当然我们承认是有历史因素了哈。其实，所以这整块哈，其实这个院区这边，说实话是相当的不理想了哈。我甚至都觉得说，我们与其在这边补这些破网，我们上一页，抱歉啊，对。我们与其在这边补这些破网真的是不如就是彻彻底底的重新想一下我们到底这个立法院要何去何从了。那其实我们下一页，那其实我想我们游院长这边其实当时他一进国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说出来，其实他的使命除了有修宪之外，包括我们立院的这个迁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他的这个重点，他希望在院长任内能够推动的事情。那所以我现在是当然也是再次向秘书长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迁建这件事，而且这几天看起来游院长还有对这方面有发言，到底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划，或者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比较已经有很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选址等等，这些现在目前状况大概怎么样？秘书长简单讲一下，谢谢。好的，谢谢张委员这么关心这个我们立法院应该整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了哈。那么诚如那个委员刚刚所提的，的确目前的现状的确是如此哈。那我们也觉得说应该大家要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硬体哈。那所以我们就有迁建的一个规划哈。那么迁建的规划事实上我们在立法院这边也有应该有9个委员有提出7个案子哈，那当然有包括什么成功岭啦哈，中部地区啦，还有中正纪念堂啦，土城看守所等等。那我们委员，我们院长就认为说，这么多委员有提案，那要我们来处理，而且他也希望在这个任内有一个一个确定，就至少要迁到哪里，那个地点大家要决议。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召开一个咨询委员，我们请一些咨询委员。我能不能请教一下秘书长，那比如我们在内部这边就你们自己先去研判或者甚至是由院长的意志，现在有觉得哪里比较理想吗？我们现在是由咨询委员他们去构想，那他们针对委员所提的这几个案子几个地点，他们都会去看，然后针对委员所提的这个范围内，最后他可能会提出他的咨询意见，可能是2个案或3个案，程序上对，两个案跟三个案，也许就在2022年的年中就会提出来。是，那年中提出来之后我是预估了，是，年中提出来之后，那么就在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立法院
院自己委员的迁建委员会，也可以投票嘛，就要组成迁建委员会来针对这三个案子，我们大家来讨论。秘书长能不能讲？我简单讲，因为当然陈局长我们非常尊重，也觉得这也是很好的。那其实另外，其实我们比较想更想知道，就是有没有更现在在复案上更具体一点点。说实话了，区位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了。我坦白说，其实台湾这个也某一种有点概念，是有一种，我不要说是这种算是迁都，但是说实话，这种稍微去一个分散，这是一个好事哦。尤其是我觉得说，我们太过集中在这个北部的这个廊带里面了哈。如果说立法院，而且它是全国民意的这个代表单位哈，它如果能够在台湾比较适中的单位，虽然我比较来自南部，但是我也没有说我偏颇南部，说一定要到南部去。甚至我觉得中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量点，因为至少在四面八方，当然到那个位置是好的。是哦，事实上，而且我们过去事实上包括像中兴新村那个放在那里，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惜。对，所以其实这些整个是我是认真觉得说是在中部这个考量上，普遍听起来是一个大多数很多人的想法啦。我想这个在咨询委员会，他们都会纳入考量啦，然后他们在如期内，他们就会提出一个建议，几个建议方案呢、啊？比如说 A、B、C 哈，三个方案。有没有？因为最后的时间，您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可能你们会还是比较？因为我认为说这件事不要只是站在立法院角度啊，其实它也可以站在国家总体的那个发展，就是区域上。因为坦白说，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个中心稍微离开台北一些，不是坏事。那个院长是持开放态度啦，哈、当然是要大家一起，因为立法院是合议制啊，你不能说我就指定这里。当然了，我指定那里，但合议制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最后我们来共同来决定这样子的。好，我们当然是希望哈，是有一个比较更适中的地点，也让刚好借着我们政治上的一些这个区位的这个挪移哈，也是带动台湾总体其他地方的一个发展。是张委员，你所提的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是会当作很重要的参考因素，大家来考虑，好不好？好，谢谢秘书长。好，那我们就来请，谢谢张，希望这件事赶快把它促成。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主席。好，谢谢。接下来请何志伟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哈，秘书长，我想立法院啊，在这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很多的清洁人员是，还有很多的服务人员哈、说实在真的很认真，他们需要拿酒精一个一个麦克风这样擦，按钮这样一个一个去做处置，包含前连倒垃圾的顺序都不一样了，你觉得他们做得好不好？我觉得他们是很认真的，很认真哈、欸。我认为过年快到了啦，有一些 bonus 啊，一些奖励的话，应该要给，该给就给，好不好？您是说口头奖励还是什么奖励？实质奖励，实质奖励。你是林志嘉先生呢？那秘书长才在那边跟我讲口头奖励，神拜，唔当安内啦，实质奖励啦。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表达。我们第二件事情哈，你承诺了嘛哈？接受您的接受哈。第二件事情，你说立法院是合议制哈？请你去做一个调查好不好？立法委员有几位实质走进我们的国会图书馆？做一个调查，那也顺便再做个调查，我们的国会图书馆实体的要不要暂时直接关掉了啦？不需要了啦，并到其他空间去了，好不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我认为应该把资源集中，现在都已经快要进入元宇宙的时代了齁。那我要问，就叫几个问题，请问您有用过国会图书馆的电子书吗？您自己本人有没有用过？我没有用过电子书。你没有用过齁，你要去问问看看，其实大部分还是我们会用啦，或者是这个助理会用，它的管道非常的不方便。那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的齁，来请看一下我的 PowerPoint 齁。我只是要找一下博客来电子书齁，它的大部分在立法院这边有科学社会学齁，这是社会科学类的排行榜前五名。你觉得这前五名我们的立法院会有几本呢？这个是猜猜看的一个题目。或馆长直接回答也可以。不知道那个，不知道哈，不是，是我讲的，那个没有出来，先扣你的时间，先把你停下来，让你找一下。报告何委员，刚刚说电子书，我们是有我们前五名哈、来，第一名叫做《梅克尔传》，第二名叫做《解读者》，第三叫《美国问号》，第四名叫《疫苗抗
战争第五名叫预兆，哈，这是社会大众的前五名，结果我们立法院的馆藏里面一本都没有啦，哈，基本上一本都没有，我现在也拿不到了，也找不到了，就算有一本，也都外界当中，所以秘书长、馆长很努力，我觉得他有在努力，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既然都可以网络、虚拟、电子化，那为什么不把资源集中呢？请回应，谢谢，拜托。那个何委员是说资源集中是指集中在我们的这一个电子书上面，集中在电子书。对，我觉得我们实体的图书馆其实你也知道啦，你刚刚自己也直接喊出四个字“先天不良”嘛，对啊，那既然先天不良，那就不要它了嘛。原则上是这样子啦。我们这种图书馆，我也不要去跟美国比，跟日本比，我也不要跟我们还输菲律宾啦，对啊。那对啊，那你与其这样子，你干脆这个不要留在那里啦，很形式主义，全部走。我们都一直讲，我们是科技大国。那我要拜托的事情是，我们现在新闻这一块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在看新闻、社论等等的，但是有深度一点点这些有论述的书籍不 OK？ 我们是否可以扩充我们的电子库，并且让它好用一点点？这个有没有机会做到？列为今年最重要的代办事项，更有机会给你拜托。我想我只要委员您有这样的提案哈，原则上我们就是要克服困难去达成。好，那包含像刚刚资料库都有讲，我们的资料库非常的干瘦弱哈。那包含我们的实体的这个图书馆可以考虑存废了啦，没有人去嘛，对不对？好，这个要思考了，好不好？好不？虽然去的委员是真的是很少了哈，但是那个在那个。线上用的委员导，因为我们的央图就离我们这边走路 U-bike 三分钟就到了啦。既然已经市场区隔差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边再留一个先天不良的一个图书馆在，这是我的意见，请参考看看。我们对图书馆的这个部分，你们综合讨论之后，未来我们要综合讨论一下，请给我回应。那接下来哈，秘书长啊，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责任除了是监督预算，然后还有这个审查法案，甚至创制一些新的一些法案出来哈。我这边有做一个有趣的统计哈，11月22号到26号有22场的记者会，29号哈，11月29号到12月3号27场的记者会，再来平均呢、啊，这接下来是29场，再18场，请问一下。秘书长，我们有没有除了党团的办公室之外，有没有一间会议室是专门拿来开记者会用的？有啊，我们中心大楼就有啊。中心大楼，对，中心大楼那个有几间？一楼有三间哈。是，那您自己再看一下，有三间，那我们平均都20几场这样在开，有时候逼近30场，这个立委们其实。对我们这个如何去调整它？因为那个跟委员报告就说我们那个，当然我们会尽量在找空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那个记者的那个开那个就是说记者开会，我觉得像有一些会议室可能没有在用的时候，是否可以释放出来？好吧，我们发现每个只要有空间，每一个党团都在释放，让委员能够。好，然后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等一下我要去努力，我要去拼民意了哈。来，这一点时间哦，我要帮我们的驻卫警啊，还有您身后这一群朋友们，跟他们讲一下话。你知道立法院啊，除了口水多，除了这个工作量多之外，什么最多你知道吗？蚊子，蟒啊，啊蟒啊，我告追。蚊子非常非常多，我们的驻卫警站在那边都一直被咬。那最多密度最高的在中心的地下室，他们那天连脸都被叮了，到处，而且我几乎像我自己，还有我们的同仁，他们公务车等等的车子里面一定会有蚊子。这个部分这个很严重哎。就是万一到夏天，我们立法院会不会变成登人哥的热区？这个可不可以承诺我们一下？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啦。对，哎，这个当然那个蚊子那么滋生那么多，当然是我们连外宾来都被蚊子咬哎、欸，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不好。对，然后刚刚讲到的，我们一楼中心大楼一楼的记者室，你知道我们办公室的同仁多温暖吗？他们开记者会前要先去拿电蚊拍把它扫出去，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就有蚊子一直在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立法院哦。那今天会诊一下下，第一个，我认为我们的实体的图书馆该让它关门了。因为我们央图就在附近，关门不关门，我想我们在我这是我说我的主张啦。那您刚刚说您尊重也会聆听嘛，会考虑也会回也会回报给我嘛。对，那我们的线上的资料库跟线上的立法院线上的图书馆是真的有够难用，哦，有够难用，哦，这个势必要再进化，好不好？好，连书也没有，资料也找不到，哦，这个不对啦，这不对啦，你实体的一定先天不良，数量天天没有人要去，那你虚拟的网络的，这总是可以做好一点吧？哦，还有我们这个跟民众沟通的这个记者会的空间，势必要再做一些调整跟规划，这要一套一套的东西，这是民意最高的殿堂。我们有时候跟民意沟通的方式是透过记者嘛，还有透过媒体嘛，很感谢这些媒体同业。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蚊子的部分啊，那个连外宾都被咬，这个部分要再多多拜托。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医师人跟服务人员哦，这一整年的疫情，他们大概也盯到爆掉，该给予奖励，这个要给你拜托，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何委员，好，谢谢。李德伟委员，李德伟委员不在，王美惠委员不在，吴思怀委员不在，费宏泰委员不在。接下来请蔡逸瑜委员质询。谢谢，好，谢谢何委员。谢谢主席哈。那我来请教秘书长，是，那也是延续刚刚何志伟的咨询，我透早去看，我靠这么烧香了哈，辛苦。因为事实上，刚志伟讲得很好哈，我们立法院的空间真的有需要再做一个检讨。那我比较着重在台中，我们立法院的院区目前是把它叫做民主园区、民主议政园区、民主议政园区。对，那我们现在如果在我们院长、秘书长现在的规划，所谓的民主议政园区，那它的使用是在做什么？民主议政园区，它本来就是接收那个省咨议会，然后省议会的。对，我知道，过去是省咨议会。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就是希望把，因为要维持哈，其实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还花预算去那里整修，要经历要做水耶，我有去看过，很漂亮。哎，咱今嘛改国画哈，国画希望用一个大博物馆的概念。好，那如果是大博物馆概念，我的建议啦，图书馆就应该用在那边。图书馆如果在那边的话，因为现在一日生活圈，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做线上一些书籍的一些调阅，就是说那是可以当天再送上来。如果有谁要看什么书，哦，而且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把那个图书馆用得很漂亮。国会图书馆要有国会图书馆的气派跟规模，好，藏书也要够。好，我的具体建议，那我们是不是在立法院又增加了这一个图书馆既有的一个空间？好，所以立法院的空间利用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自从美国的国家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旅行法，好，以及现在欧盟的国家，我看到院长有够打拼，在这段期间跟欧盟的这一些议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来参访，然后来我们立法院。可是秘书长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他们来了超过十个议员以上，哇，一定可能没一个空间可以喊名，这样坐下来开讲哦。对啦，你来想说院长那个招待室，那个我就十个人以上，有点不会啊，不有的可能要站，没椅子才能坐啊，这样起来没看清。所以我还是建议，既然台中有这么好的园区，我们以后能不能把招待外宾，立法院的招待外宾就放在台中？
好、哦，就要放在台中那边。那如果我们可以到台中去，然后去那边院长接待外宾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委员也会很乐意到台中陪着院长一起来接待外宾。好、哦，而且在那边那些议员来可以马上看到说，哎、欸，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国会的一个空间。好、哦，然后那个空间基本上它的规模就可以做大。而不是像我们在这里都是小小的规模，甚至连哦议长、我们院长，哦可能这些外宾有一些晚宴，哇哇都马上去瓦靠，然后没办法在立法院来从事这样的一些晚宴的工作，我会觉得很可惜。好、哦，所以秘书长，我想空间的利用，台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我所谓说迁建啊，或者是在这里的建筑物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利用台中那个园区，而不是让它得开一生啊，他精力啊，给不到不好好的利用，请假做不差。谢谢那个蔡委员这个这么有创意跟有具体建设的建议了，这是哦，我感觉讲哦，本来台湾这么小啦，哦，我们外宾如果在台中这边接待，也是很棒啊。我们会认真的来综合考量，好不好？好，那看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对，因为我想未来接待外宾会很频繁哦。那第二个，我就想要，对我想要具体要提出一个，我希望要检讨的。这一次，波罗的海三国哈来到我们议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支影片没有做好。对，因为有那支影片，那个罗委员也有这么说了哈。大家好像有几个委员有反应，那这个我们会立刻来改善。好，第一个要改善，因为未来如果我们跟国际的互动也会成常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介绍立法院台湾立法院影片，而且要有各国的语言。好、哦、啊，这个各国的语言呢，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个，就是类似那个声音听的。好，这个可以改变语言的，所以每个人听同样的影片，我们可以听到每个国家不同和不同的语言，这个代表我们对于全世界的一个尊重，这个我们是可以来改进的，好不好？好，好，好。最后一个啦，哈，最后一个是比较他细行的，唔多即慢慢时候大家吃困了，就是中心大楼的电梯走了加慢。有啦，好多委员都有问过了哈。那我们就是要积极改善，我们有找出一方法，我们总务处也有找出方法。然后，当然安全最重要。我知道经过检修之后，我们期待它安全嘛，哈，这个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以现在这个速度哈，变成大家都弄底下踏车，会变成很多事情的处理效率是不好的。所以你们也可以考虑说，不管在一楼有一个空间，哈，比方说在白天哈的时候，有一些哈没来呀，哈，例如讲哦，现在年节都到了，很多人都会送礼来呀，哈，啊，送礼来都等出去底下照，主要弄他底下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说哦，如果那个年节到是要送水果来了，他就先放在一楼的某个地方，然后再请办公室5点过后自己去拿就好了。哦，系啊，阿麦侯义工哦，他咧有足侪钱，要是要办公的，啊，办公的拢在底下。好，现在其实有部分我们是这样做了，但是也许做的还不够彻底，我们来加强。考虑看看哦，因为我干妈公哈，立法院我们在处理事情效率真的很重要。好，我们可以在很多时间处理更多的选民的一些服务啊，还是怎样？好，我们要求都是效率，好，空间跟效率。我期待秘书长哈，谢谢，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喉糖。好，你先把烧香。那个其实刚刚他讲的那个电梯哦，考虑一下要不要有那个高楼层的，或者是有专用的哈，有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实在这个电梯不是只有那边有问题，我觉得我们连大安会馆我都觉得很奇怪哈，那么两个电梯，我们才几个人住那边，经常要等蛮久的，也很奇怪，好不好？哈，都一起一并改善，一并改善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群贤楼的管制就稍微好一点哈，那为什么群贤楼可以，这边其他地方这么差哈？来，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会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翁崇军、梁琼英等提书面咨询，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休息，下午2:30再进行讨论事项。谢谢。下午就那个12:30可以吗？大家吃饭，好，吃完12:30啊，在请愿接待室，请愿接待室，12:30啊，谢谢哦，12:30的哈，12:30。那你如果在那边没完，就是附近先来，请大家吃完，然后12:30。